抗爭運動將會延續下去，抗爭到底。呢個世界好亂，差佬還翻版，政府洗還手，財團打還行，你夠膽打還嚟，我就夠膽打還我。接力廣播啊！今日禮拜一5点到7点咧就係 Our TV 嘅時段啦。咁啊，7点打後咧就係我哋民間電台 FM 102.8嘅時段。咁啊，歡迎現場已經有啲朋友咧係可能收工啦，同埋放假啦、放學咧已經嚟到現場。咁我哋繼續呼籲咧喺網上嘅朋友，同埋咧係放學放咗工啊，有時間係搭緊地鐵又好，搭緊唔同嘅交通工具咧，都盡快嚟到咧正總呢個公民廣場咧，係繼續接力，繼續咧撐 BBC 噶。咁我亦都宣布啦，咁啱啱就係 Our TV 嘅完畢啦。咁嚟緊一個禮拜 ，Our TV 咧就會係負責嘅時間就係每日嘅5至7啦，時段就係5至7。咁之後咧就會無縫交接，就由呢個民間電台咧就7至10，或者去到11点嘅。咁啊，在乎睇下各位嘅現場觀眾啦、群眾啦，會唔會話想好多嘢嘅説話嘅發表啊咁樣咯。咁我哋會繼續去接力呢個 DBC 同埋學民思潮之後嘅集會咧，就希望可以延續呢個運動落去嘅。冇錯啦，咁啊各位咧支持咧開放大氣電波啦，同埋咧撐 DBC 復播。撐呢個言論自由嘅朋友咧，繼續令呢場運動咧繼續延續落去嚇。咁啊，都報告一下俾大家知道咧，就係大家都知啦嚇，劉南光咧就喺度絕食啦，亦都有阿牛哥曾建成咧，尋晚就係我哋交接下11点之後咧開始絕食啊。佢哋咧分別咧就係劉南光已經絕食咗超過咧係46个小时噶啦。咁啊，牛哥咧都撐咗接近嚇，已經有20小时啦。大家俾掌聲佢哋。咁啊，但係咧就真係都要請大家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見到好多嘅市民咧，其實你都好關心佢哋兩個，咁啊就會嚟到咧，就第一時間咧，好多朋友就會去佢哋絕食嘅區嗰邊咧，就去探訪佢哋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要提提大家，特別係你會用即係呢個攝錄機啊，或者相機想係影佢哋嘅話咧，都請即係尊重佢哋啊，就盡量咧就係、是。唔好用閃光燈啦，因為都係見到佢哋咧，即係睇呢個身體咧開始有啲虛弱㗎。咁我知道牛哥咧就呢、這個血壓咧去到170几啊，咁都開始我哋好緊張佢嘅，即係能夠堅持到落去，佢會繼續嘅嚇。咁直至到咧佢話撐唔住咧要入醫院為止㗎。咁所以我哋咧用我哋精神上咧要支持佢，我哋喺台前喺空地，我哋喺唔同嘅位置繼續咧有我哋嘅廣播。咁啊，盡量少啲打攪佢哋啦嚇。咁喺現場咧，繼續咧會有我哋嘅 proof 啦，即係我哋嘅接待處啦，都會係繼續有籌款箱喺度啊。大家見到咧，就印住呢個還聲於民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繼續咧呢7日嘅現場喺公民廣場收到嘅捐款係抌落呢個箱嘅話咧，都係咧撥捐咧就係 DBC 呢個大班何國輝訴訟基金噶。咁啊，如果你唔能夠現場，或者你係嗰啲大額啊，或者支票或者過户方便啲嘅話咧，都係。可以咧，係入銀行咧，係恒生銀行嘅帳户號碼咧，就係28044194000001㗎。咁啊，你入咗去之後咧，亦都係可以將入數字咧寄翻去周啟邦律師事務所。咁啊，地址咧就係中環嘅德輔道中71号永安集團大廈23楼。咁啊，多謝大家嘅捐款啊！正如尋晚我記得完之前咧，阿鄭家富都講過嚇，預計咧而家已經超過400万嘅。嘅善款啦，係支持呢個基金去訴訟。咁但係咧，距離目標咧仲有啲距離㗎，希望大家繼續咧捐書。咁啊，見到我哋頭先咧呢個上一節嘅環節啊，6至7嘅即係講開呢個環保啊，講開呢個即係土地啊、房屋啊咁樣，我哋要留一留佢啊，因為咧好多朋友咧唔知會有問題啊，聽咗咁耐，其實咧我都覺得年青朋友咧對於呢個政策研究啊，分分鐘。都唔係分分鐘喎，即係淨覺得你熟過好多官員好多啊！真係
啊，我發覺亦都熟到好多議員好多，因為好多議員或者都未必咁泛泛都好精係嘛，即係好多時間啲官員有時都問非所答嘅。咁啊，今英咪我哋都問一下啲問題嚇，有啲朋友都想即係瞭解多啲，同埋大家有啲嚇互動咁樣啦。係啊，咁啊事前咁啊都要介紹一下嘅。咁啊依邊嘅主持咧就係、是、叫做 Ken 仔，係張錦紅。張錦紅咁啊，依、這個彩虹香港同志嘅會嘅成員啦，係最緊要係民間電台呢個叻女機仔同學堂嘅其中一位主持啦。不過我都有一排冇開麥㗎啦，因為成日都唔喺香港。咁啊，你咧就係咩啊？八十後社運青年，誒依度都有至少兩三個喺度㗎。金英啊，係咁啊嗱，我哋依家暫時就去主持依個咁嘅節目啦，依次晚會啦。咁繼續留低，即係頭先啱啱阿華 TV 嘅節目主持人啊 ，Michael Mo 啊，有阿劍青同埋阿 Roy 咧。咁其實就係再問多啲，即係例如土地發展啊，或者我哋知道，喂嚟緊依家即係個東北發展區咧，都係火紅火綠啊！即係我哋有擔心話咩賣港，即係梁振英賣港嘅嫌疑啦，亦都有關心到就係話，哇！原來我哋香港嘅土地咧，仲有成2000公頃咧，係仲未用㗎。咁當中有啲咩嘢用途？即係話所謂鄉郊發展又係啲乜嘢咧？咁我哋可以繼續討論落去咧。但係就正接翻頭先嗰一 part 嘅節目啦，阿劍青佢哋所講啦，喂，原來咧其實依個發展商方面咧，都有好多土地或者單位咧。係預留咗落嚟，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有啲就係起咗喺到中間，有啲叫鬼屋咁樣嘅。咁有啲咧就係純粹空置，因為佢哋浪價調高嚟買咧，就冇人接手咁樣。嗱，咁基於咁樣咧，就其實依家坊間都會有段聲音啊，就係點咧？就係話喂，不如設立依個空置税啦。嗱，其實空置税依個咧，都其實講咗起碼都有4-5年啦，喺香港物業空置税係嘛？你知啊？係啦，就係、是、物業空置税啦。咁當然仲有一種叫做土地空置税啦。咁但我哋都知道啦，土地空置税誒依、這個就比較大範圍啲啦。如果再講落去，其中一個涉嫌最大嘅一定係香港特區政府啦，土地空置税即係土地空置最大嘅一定係佢啦。咁啊，但依個放低按下不表。就係、是、講下依個單位空置税。喂，其實阿劍青，你哋都研究依個土地嘅發展，咁你哋點樣睇依件土依個單位嘅空置税咧？其實土地空置税或者即係房屋空置税咧，即係最清晰去提過出嚟就係一個即係叫潘偉嫻嘅學者。咁佢嗰陣時咧寫過一本叫《地產霸權》嘅書，咁自此之後咧，地產霸權個名又變咗非常之流行，即係大家就會講地產霸權啊咁樣。咁嗰、那個諗法其實係乜咧？就係、是、一啲囤積咗嘅單位咧，就喺裏邊咧就即係唔可以縱容一啲即係發展商或者一啲人咧囤積居奇。咁所以咧，善用單位或者土地嘅原則底下，就要令到嗰啲土地或者房屋去即係放翻出嚟啦。咁所以就要有個税項嘅咁樣。咁但係咧，佢政府嗰啲就成日推嘅，就係話啊，喂咁好難收嘅喎，依啲税即係例如佢就會有時舉例就係內地有啲即係收囤積税嘅時候咧，佢會發展咗一種行業出嚟嘅，就係、是。開燈行業咁樣，即係請啲人咧專登去嗰啲地方開燈咁樣，咁咧就令到個單位好似有啲記錄，即係有一啲使用嘅記錄咧，就即係變咗係即係唔係空置啦，即係喺記錄上咁樣。依個仲涉及到就係所謂空置嘅定義咯。係啦係。因為頭先阿 Roy 都講到啦，喂有啲係內地人專登買樓嚟度假，嗱其實度假我哋所知即係唔止依個內地人啦。其實一啲跨國嘅企業、國際企業咧，佢哋喺香港，例如一啲豪宅啊，或者一啲近住海岸嘅一啲豪宅咧，佢哋都會買嚟攞嚟俾自己員工，例如一啲航空公司咁樣咧，都會攞嚟做一啲高層嘅度假屋專用嘅。咁嗰啲又點樣計啊之類咧？咁依個就涉及做空置嘅定義啦。又或者好似陳建清講啊，喂，引申咗一個新嘅行業，佢就係安排一啲人名，就係叫做所謂入住嘅。但可能個租金咧，或者租又好短，個租金好低，佢哋可以隨時搬走嘅，因應個買賣咁樣。咁所以呢啲又係一個所謂我哋空置税嘅一個定義上嘅困難咯。阿汪係咪有啲嘢想講？其實真係香港空置税咧，我哋嘅會都好多顧問啦，包括規劃師、測量師，其實都有研究過，就即係有好多難題啊，即係個概念係 OK。即係個概念係非常之好，即係我概念係贊成，但係實行上咧
係有啲法律嘅漏洞，同埋係好難去捉啊。反而我覺得即係有啲嘢可以做咗先嘅，簡單啲。就係、是、我正如我頭先喺即係 RTV 半個鐘頭前講嘅話，就係、是、其實好多發展商啲樓啲單位係賣嘅，嗱嗰啲就好清晰嘅記錄啦。你落成咗個單位冇成交，咁即係話冇賣到啦。咁如果喺攞咗 OP 入夥紙之後都唔成交嘅，咁會唔會可以做到起碼雙倍差餉、三倍差餉、四倍差餉，即係一啲懲罰嘅税項？係啦，咁似乎就易啲，即係話，我覺得針對發展商囤積係易過已經買咗單位嘅人囤積咯。我都想問嘅，其實咧我唔係太清楚啦，或者可能好多市民都未必了解，都想問一下，其實啲發展商喺政府度咧都會投咗幅地，佢有冇一啲法例嘅規定話一定要幾多年之內要起，然後起好之後幾耐之一定要推出市場？如果冇嘅話，其實我哋可唔可以有啲規管或者啲法例就規管咧起咗唔可以擺啊，一定要賣出嚟嘅，或者賣一定要係全部，唔可以話逐少逐少咁樣先推出去咧？香港就即係成也自由，敗也自由。有時即係喺個經濟上，即係個自由度係相當高啊！喺個樓宇銷售，咁攞到笪地之後咧，發展商其實係起啦。咁佢可能起到咁上下就賣樓花，咁啊套現咗啲錢先啦。但係有啲發展商就可能不賣曬嘅，就剩低一啲，一般扣起一兩成，甚至三成。咁啊，琴日我個調查公佈嘅朗晴灣恆隆咧，扣起一半添。咁扣起咗之後，好啦，攞到入夥紙。咁入夥紙之後，咁咧其實係有規定落成日期。咁就係入夥紙就攞咗嗰個日期啦。咁所以即係馬屎埔個幽靈屋苑咧，就係點解要擺到啲樓喺度又唔裝修，就係攞到入夥紙。係啊，不過唔知點入夥，其實冇裝修。係啦，咁跟住咧就攞入夥紙之後就冇限制幾時賣嘅。咁所以咧佢可以十年後都不買都得嘅，所以其實我哋都係即係希望政府要諗一諗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因為咧每年嘅落成量誒呢幾年已經少啦，因為曾蔭權啲政策唔好，再加上即係扣起咗一兩成兩三成，咁個售賣量就更加低啦，即係七除八舊之下，咪所以啲樓咪供應短缺咯。我想補充少少就係我覺得囤積土地啊、房屋嗰啲税咧，其實我覺得係要立嘅，即係喺立嗰個方式，其實係即係至少係有個阻嚇作用啦，即係或者係針對發展商嗰樣嘢係比較關鍵啦，係咪？咁但係咧，除此之外咧，你真係要根治嗰個問題咧，其實係我哋講緊而家香港嗰個土地分配咧係好唔合理嘅，即係我哋即係可能之前嗰五年咧，我哋有個數字嘅，就係每一年咧。其實啲單位係起咗出嚟，係變係私樓啊，定係公屋啊？即係我哋講緊而家全香港咧，原來係每一年咧係有18000個私人單位係供應出嚟。咁其實係夠嘅，即係對於而家即係每年可能3-4萬人口嘅增長咧，其實係夠嘅。而其實公屋方面咧，其實只係每一年咧只係6000個單位供應出嚟。即係其實我哋講緊係一個。好唔合理嘅分配啊！即係你而家有幾多人係真係買得起私樓嘅？哦，即係調翻轉咁講咧，如果我哋將呢啲土地嘅使用有一部分，即係大部分係用於公屋或者居屋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係解決咗空置同埋個樓價問題呢種咁嘅問題嘅一大半㗎。係因為我哋講緊，因為啲人會攞咗公屋自然後唔住，又攞咗居屋。你睇翻嗰個，你睇翻嗰個6000同埋18000個比例咧，就係講緊啱啱係73到嘅，即係三成嘅單位係愛嚟起公屋，70%咧原來係起咗係私樓嘅。咁喺土地上咧就再誇張啲，因為啲私樓就再低密度啲噶嘛。咁所以咧係可能係82%嘅，即係我哋香港而家總之所有地裏邊咧。攞出嚟去起即係房屋嘅咧，有兩其實得20%啊，即係愛嚟起公營房屋嘅啫，即係包埋可能居屋咁樣。咁80%係原來撥曬去起私樓，即係而好多大部分我哋炒嘅喎，賣囤積嘅喎。咁梗係解決唔到房屋問題啦，即係你喺嗰個比例上出錯啊嘛。其實我哋只要調轉佢，即係例如
可能翻翻去我哋講緊董建華以前咧，佢提過喺長遠房屋發展策略嗰陣時提過六四比例嘅，六成係公屋，四成係私樓咧，其實咧樓價就會慢慢去翻一個正常啲嘅水平咯。而你係唔需要特登咧專登去再揾多啲地嘅，因為其實你而家依個供應量基本上本身喺量上係應該夠嘅，但係只不過係啱啱講係啦個比例問題，即係好多樓起咗出嚟原來囤積或者炒賣，所以導致到唔得。咁所以你應該撥翻去喺個合理啲嘅比例咯。而家係非常之傾斜咗去私營嘅市場。即係俾發展商決定我哋未來供應幾多少，而佢唔供應，咁我哋真係俾佢翹起咗嘅喎，咁樣。即係即使有俾佢勾到地啦，俾曬所有批文佢可以起樓啦，但到最後佢都可能係因為個係受制於呢個地產商呢啲供應商。係啊，佢你其實賣地俾佢，即係俾佢主導咗成個香港嘅土地供應啊嘛。咁點解我哋要咁蠢賣塊地俾佢，而點解唔係香港政府要承擔多少少即係房屋供應嘅問題咧？即係你自己話要解決房屋問題，然之後咧你就繼續賣曬啲地俾發展商，任由佢主導香港個房屋供應。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依個係出咗一個喺房屋政策裏邊係一個好大嘅失誤嚟嘅。即係而依樣嘢係幾時開始咧？就係孫九招之後，即係成個香港嘅房屋政策係私營化，全部即係。個口徑政府的角色係變咗話，純粹是做土地供應，即以前都不會咁講嘅。以前是會參考個比例，有幾多少做一些評估，而家係不評估都冇，齋話擠少少，哇！我又擠喺邊度邊度擠一塊地出嚟，又增加咗土地供應咁樣，咁即係依種係完全解決唔到真正嗰個房屋問題，即你囤積的情況是會無日無之啦，所以就係好似嗰啲話限尺樓咁，你限佢係可能起細單位，但係都係啲價錢根本都買唔起嘅。就算今日報紙你都解決係啦，今日報紙有一個單位啊嘛，三百幾尺，但係要賣五百幾萬咁樣，根本都唔知點樣可以上到車嘅。香港嘅房屋問題應該有兩種啦，一種就係、是。即係租金嗰個問題啦，即係你見到其實而家好多劏房户啊，即係嗰啲係講緊租個劏房咧要三千幾蚊嘅，而依個問題其實係歸咎於即係租管取消咗之後，啲樓咧即係點解要取消租管，就係政府就想加速嗰啲重建啊、土地流轉啊、房屋流轉去炒啊嘛。咁就取消咗啲低下階層，即係保障佢哋嘅一啲租金管制啦。咁係因為你取消咗啲政策導致，而唔係唔夠地去起私樓導致噶嘛。第二樣嘢就係你公屋公私營嗰個比例啊，即係你原來啲地全部分曬，即係新界東北都係噶。即係我哋之前計過話係你兩成土地愛嚟只係愛嚟起公屋嘅，八成土地都係分咗去私樓豪宅，有啲仲要起低密度豪宅。咁你成個計劃即係你。咁少人係真係俾到劏房嘅居民真係可以上樓嘅，跟住你仲好意思話啊？你見好多劏房户住得幾慘，所以咧我哋要增加啲土地供應，即係完全唔 make sense 成件事先。即係佢係啦，咁啊，因為我都即係應間要即係離開呢個節目啦。不過最後有個比喻咧，我覺得好簡單明白嘅。其實咧，香港嘅麵粉咧就唔係唔夠，不過啱啱好只係滿足到香港人嘅需要。但滿足唔到內地人嘅投資炒賣嘅慾望，咁啊發展商就做唔好佢份工，就明明佢應該整麵包嘅，咁啊就佢又唔整麵包，整咗啲發水嘅大蛋糕，咁啊或者 cupcake 啦，而家整啲細單位 cupcake 咁樣，咁啊但係都係好貴嘅，咁所以其實如果要理順呢個問題，我真係非常認同劍青一句咧，就係冇理由將個土地嘅主導權交俾發展商。最重要是政府攞翻個土地主導權，所以要解決而家香港樓市問題，譚海邦都一個方法嘅，即係建議大量興建居屋，即刻樓價軟著陸。好，咁啊，即係走之前就想即係希望 DBC 可以成功地復過啦。如果有時間都可以講下，即係我哋依家依次嘅運動咧，即係點解我哋會延續多七個，即係七日一個禮拜咁樣咧？你哋都可以講下亞華 TV 嚟緊呢五日嘅，即係呢幾日嘅安排啦，五至七咁樣嚇。跟 Michael， 我自己即係又或者你哋自己講下，喂，我哋見到依家 DBC 個問題啦，關乎在即係扼殺我哋言論自由啊，或者
在一些中央中共的一些控制钳制之下，我們的言論自由越來越收勢了，我們要參與這次的運動，大家即是幾位都可以講下，即係個感，即係見到 DBC 嘅感受啊，又或者點解我哋要延續呢個運動，可以講下。我諗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即係行動組面對嘅問題就係、即係香港嘅土地被赤化啦，咁樣。咁但係 DBC 其實面對咁一個好相同問題就係、言論空間，即係我哋香港嘅空氣係被赤化緊啊，即係完全唔容納到一啲即係另類的聲音在我們那個即討論裏面，而其實在整個新界東北的運動的過程呢，即是 DBC 那邊其實經常請我們上去講分享多些新界東北的東西，他是請給所有不同即是我們在香港裏面的電台啊，即是不同類型的電台是最多的，即是他真的很關心這件事，即是很想將新界東北本身即那個發展或者被規劃即是融合那樣東西呢，就令到更加多市民去關注。所以呢其實這些這麼重要的一些言論平台，我們一定要守護和珍惜。這個我想我們行動組呢，即除了關心真的即香港的赤化土地那個問題之外呢，我們也關心即如果我們即個空間或者空氣言論空間都被赤化呢，其實我們的土地都很容易即失守啦。啊，即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話題，即正如劍青剛才一開始他們在他的節目中講了很多話，一些揭秘啦，又或者一些很宏觀、很大層面的一些例如土地的分配的問題啊，涉及什麼的利益集團。其實我們在看回這個小圈子，即特首選舉之前呢，其實連月珍都寫了一篇文，其實這個講法都有，我們圈裡面都有很多不停地流傳討論，就是所謂的板塊理論。即連月珍他所說就是說呢，因為即以往董建華的落台和這個曾蔭權的落台之後呢，新的哪一個接班人呢，其實就是正正反映了來自北邊北京的一些派系的鬥爭，這個是會導致我們香港的政治的版圖的變更之外呢，也都是關乎到我們的經濟或者民生的版圖啊，都會跟著變。因為例如如果假設啊，唐英年、上海幫他們失勢了，接下來是由梁振英上台的話呢，以根據連月珍所說，可能就會令到一些其他第二梯隊的一些供應商土地的發展的商家呢，就會接手即係去即係所謂著籌溝佔啦，就會接頂去一啲原先第一梯隊嘅一啲地產商，就第二梯隊地產商上，所以就牽涉到頭先阿劍青所講嘅節目，又或者去搞呢個新界東北發展嘅問題啦。其實呢個正正就係呢個所謂板塊理論同埋呢個所謂換裝嘅過程啊，就係牽涉到呢啲咁嘅內裏嘅一啲運作。但問題我哋一般人係唔會知噶嘛。我哋一般人即係草根階層，或者我冇睇過連月珍篇文，或者我唔認識阿陳劍青嘅話，我哋係唔會知道有依啲咁嘅信息，或者有依啲咁嘅陰謀喺背後。但如果我哋有一個所謂言論自由嘅平台嘅話咧，我哋依啲嘅資訊，我哋依啲嘅信息就可以發到出嚟俾大家知道。咁啊可以令到劍青，就如之前嘅有我哋嘅反高鐵運動啦。咁牽涉都有好多都係關乎土地嘅問題，即係例如九龍西嘅一啲新嘅發展，以至即係最近劍青又做咗一個運動，就係叫做反對東北發展。我哋亦都知道更加多嘅資訊，知道即係原來北京或者中聯辦或者梁振英呢個政府，佢哋定話我哋即係回歸以後香港嘅一啲土地或者整個香港嘅經濟結構嘅發展咧，原來係有一個所謂嘅變化或者一個重新嘅換裝過程。呢啲我哋要有一個言論自由同埋空間平台，我哋先可以知道噶嘛。但正正就係話，例如依家 DBC 接咗啦，我哋仲有咩嘢渠道呢？我哋所知，喂，通我哋靠。依家我哋嘅一啲免費嘅電視台，唔通可以靠佢哋咩？我哋都知道有個戲院叫 CCTVB 噶嘛，佢係唔會報噶嘛。即係就算我哋咁，即係依一連串我哋依幾晚嘅一啲集會咁樣，佢都報細數噶。即係明明有萬幾二萬人嘅話，佢可以報細數話得個一兩千人咁樣。即係我哋普通依啲數字都俾佢扣咗咯。我哋講嘅一啲論述，佢又會唔會幫我哋出呢？
係啊，其實我想講咧，就係啱啱咧，我哋即係我同譚海邦去講好多一啲香港嗰啲土地問題啊、規劃嗰啲咧。原來啱啱聽翻 Michael 講咧，好多人好有興趣聽，即係啱啱嗰個即係點擊率係即係好，即係真係好多人關心呢啲事。但係點解往往我哋嗰啲嘢帶唔到出嚟咧？其實就係因為冇平台啊嘛，即係冇一啲言論空間自由嘅地方，即係講到出嚟。其實係好多香港人想聽翻個真相，即係究竟政府講嗰啲似是而非啊？陳茂波有一個講話要寸土必爭啊，幫香港人咁爭咗啲乜咧？佢條數係咪真嘅咧？即係大家可能係冇一啲知識嘅掌握，即係但係大家可能自己會有啲。即係詫異，或者覺得都有啲奇怪，點解板塊好似喐緊咁樣嘅咧？即係可能大家會有睇下戲啊。咁我尋日都睇咗套戲，就係叫《省港奇兵》第四集啊。即係原來嗰套戲就係講即係民運點樣去即係有一班地下通道啊，大圈仔點樣要翻大陸去救翻啲即係民運人士走嘅咁樣。咁然之後咧，睇到最後咧，好 shock 嘅喎，即係睇到原來咧，邊個捐錢嘅咧就係新鴻基地產。新鴻基地產咧係捐錢俾拍呢啲即係六四嘅片，拍到係好義憤填膺嘅成件事係，即係大家可以去睇下，可能舊即係大家前輩少少咧，其實可能真係睇過嘅，即係大家其實可能都知道嗰個板塊。嘅嘢嘅，咁你見到梁振英上台咧，佢哋就即刻被清算咁樣，即係係啦，即係個板塊，大家可能有啲即係自己都可能會有個感受嘅，但係咧，你有個言論空間平台嘅重要性喺邊咧？就係佢幫你 make sense of 成件事，即係幫你去串聯周圍唔同呢啲零碎零碎嘅一啲資訊咧，可以俾你睇到一個好整體嘅圖像。今日例如我哋講土地講。即係規劃嘅，大家會睇到一個好整體嘅圖像，就係、是、周圍即係我哋可以提到一百個除咗新界東北之外嘅一啲另類嘅好過新界東北嘅發展，即係大家可以睇到一個圖像，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嗰、那個例如 DBC 嗰個存在嗰個重要性，其實就係點樣可以幫大家去串聯，俾到一個整體嘅即係願景或者圖像，係令到大家可以消化同埋易啲明白啦。至少可以透過資訊嘅流通，我哋可以聽到唔同嘅版本啦，起碼唔同嘅論述啦，唔同嘅理據啦，跟住我哋有啲討論啦、思考啦，係嘛？去翻個理性嗰度去揾一個即係解決香港問題嘅一個方法。好似個東方或者太陽咁樣咧，就一味將我哋依啲人咧就打即係定性打擊為依個咩嘢咧？叫咩反東北黑手啊？依個咩反高鐵廢青啊？反政改廢青，而唔淨係呢個版本，即係其實我哋背後有好多內容，或者我哋有好多論述啊，好多事實嘅真相咧，係需要講出嚟嘅。但係大家都知道，喂，我睇呢個東方太陽，佢哋就係會非黑即白，就會話啊，依啲就係受外國勢力所支持、所支援嘅。但係我哋正正就係冇咗一個公開同埋一個中立嘅平台、自由嘅平台，俾我哋講翻我哋嘅版本，即係閣下聽官，即係或者各個香港人都好啦。你可以有不同政見或者立場，但你至少喂我每邊的資訊我都攞得到嘛，這個就是所謂我們開放和自由，這個就正正不是閉關所講嘛，閉關所講就是什麼，將所有自由的渠道都收曬才叫做閉關所講嘛。我們現在爭取的是什麼，我們要開放所有言論的渠道或者發表的渠道，這個才是真正的開放、真正的自由，而不是閉關所講嘛。所以我很希望即是梁振英政府又或者咩陳茂波呢啲人，唔好再發表呢啲謬論啦，即係做實事說實話。哇！你講到個廣告嗰三個字，一見到咧嘔心嘅喎，咪就係做實事咯。但係佢哋做嗰啲叫做7-7字啊嘛。哦 ，OK。咁我哋咧我哋嘉賓即係。走之前咧都宣傳一下呢個亞華 TV 啊！嚟緊除咗今日之外咧，開始我哋一路七日嚇呢個接力嘅廣播，撐 DBC， 撐呢個言論自由，佢哋5-7嚟緊呢幾日嘅安排噶。係，多謝啊 Ken 仔。咁咧就喺聽日嘅時間咧，我哋都係繼續嚇去到5:00開始。咁我哋亦都有呢一個嚇唔同嘅節目噶。5-6咧就會有瞻前顧後，就會由尖馬之星嘅一班成員咧就上嚟嚇回顧翻都叫近年最成功嘅一個保育戰。就是保留呢個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的一啲抗爭史，
咁另外咧喺六點鐘咧，我哋就會係同學民詩詞嘅成員咧，就張秀賢咧就去對一對話。咁啊，睇下究竟嚇未來，即係究竟佢喺過去啊，即係佢都參與緊啦，即係爭取 DBC 復播嘅呢個過程。咁同時間佢亦都係參與學民思潮嘅運動。咁啊，究竟啊，佢喺呢一個咁嘅即係環境之中，一個後生嘅即係朋友，佢點樣睇香港依家未來嘅政局呢？咁啊，星期三咧就有呢、這個嚇黃世澤就上嚟，係大家即係好奇怪咁啊！黃世澤咧就會細澤小立會嘅，係嗰日記住係立法會嘅大會。咁我哋即係希望可能整到一個聲音嘅直播，同時間啊睇下阿世澤點樣評論。咁另外咧仲有由呢、這個即係關注下鐵路人士咧，星期三講呢個歸鐵物語啊。咁啊，暫時講到呢度先。咁大家如果真係想知道校 TV 嚟緊嘅幾日嘅即係廣播咧，可以上翻去校 TV.HK 嘅網站，或者上我哋 Facebook 校 TV.HK 嘅專頁噶。好，咁我哋繼續咧合作無間嚇，無非咧都係為咗撐 DBC 復播，撐住香港嘅言論自由。都係兩位，咁我哋咧聽首歌嚇，民間電台嘅台歌，跟住咧翻嚟我下一部分嚇。好，咁啊翻翻嚟呢個現場啊，正總嘅現場就係公民廣場，我哋繼續咧有呢、這個，多謝你哋嚇，二播雲天接力廣播啊嚇，二播。其實我哋都唔係二播啦，不嬲都喺度播噶啦，即係已經堅持咗七年噶啦嘛，民間電台係嘛？係啊，係啊，係啊！介紹我隔離呢位嘉賓，啊呢位主持嚇，就係咧好多人咧聽佢把聲，聽佢節目，聽好多年，亦都據聞咧都係收視率好高嘅節目嚇，民間電台。唔係呢個自吹自擂嘅啫，因為點解咧？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個言論自由嘅空間咧，尤其是一啲主流傳媒承受嗰種政治壓力咧，其實係一日大過一日嘅。咁點解會有民間電台嘅出現呢？就係因為民間電台喺七年前，其實睇到有一啲人被封咪，或者睇到一啲傳媒自我所謂叫做修正之後咧，咁我哋呢班咁嘅傻佬咧就決定咗就挑戰呢一條所謂叫做過時嘅惡法，咁就成立咗香港唯一嘅一個地下電台。咁我哋嘅頻道咧就係 FM 102.8。如果大家想聽我哋嘅節目咧，每晚八點到九點鐘咧可以如果你收到 FM 就聽 FM 啦。如果收唔到嘅話，你可以喺民間電台嘅網站嗰度就聽我哋嘅節目。咁我哋嘅節目咧就叫做打橫嚟講。係，咁啊呢個陣間八點鐘就話開始，咁啊但係我都要介紹你啊嘛，就話即係唔係自吹自擂噶嘛，係有即係呢個下載嘅即係收聽率係睇到你嘅節目係特別多人聽㗎，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係、是、即係聽聞咗好耐㗎啦，邊個叫死人的士佬咧？咁即係有冇坐過佢嘅的士啦嚇？有人都好想見你真人。真面目咁你平時匿埋喺呢個柴灣嘅工廠大廈，我哋文台嘅總部啊嘛，咁啊今日可以現身現場，可以見到你啊！我哋嗰啲嘢咧，首先就唔好講住啦。嗱，因為我哋知道咧，現場咧咁啊，除咗劉南光喺度絕食抗爭緊之外咧，咁另外我哋嘅台長啦，咁啊曾建成咧，亦都加入咗呢個絕食行列嘅。咁聽聞咧，今晚另外有位好熱心嘅小妹妹。亦都想加入呢個絕食行列去爭取言論自由。冇錯，我哋最希望咧就係呢個運動喺度延續落去，無論出錢、出力啊、出時間啊，唔同嘅崗位咧都有人去參與去延續啊。咁啊，正如大家都一定係唔會陌生咧，會知道即係反國教運動啊，反落呢個國民洗腦教育嘅時候，都係由幾個年輕人開始絕食，開始跟住延續，跟住越嚟越多人係嘛？個會場亦都係呢個公民廣場，亦都係越嚟越多唔同嘅話題，唔同嘅人嘅參與，咁我哋都請佢能夠上台同大家講下點解佢要參與呢個絕食嘅行動啦。咁啊，而家慢慢行緊上嚟呢個台呢位小妹妹咧，就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社運咧，其實我諗對佢應該都有多少認識嘅。咁不如你自己自我介紹一下好唔好？係點稱呼？喂 ，hello， 我係 Fanning 啊。之前為你黃楊申冤，我都絕食過一次㗎啦。已經有絕食嘅經驗啦。咁其實我唔係為咗呢班咁嘅官員絕食㗎，我唔諗住喚醒佢哋啊，因為咧佢哋屁股指揮腦袋㗎嘛。咁已經坐到實曬啊，係咪先？你覺得佢哋仲有腦袋？即係你講嘢都幾包容嘅，我話咧，我覺得後面嗰班政府公務員咧，即係難聽講，同啲單細胞動物冇乜分別，根本冇腦嘅。阿爺中意呢啲啊，你明唔明啊？有腦嗰啲入唔到政府嚟嘅。咁總之其實佢哋係唔會因為我哋身體嘅痛苦而
有一個以我言論自由的人一起同不要說同我絕食啦，即是一起並肩作戰啦，即是我見到今天這個場這麼空漏呢，我很心痛啊，因為昨晚的激情去了哪裡啊，昨晚一起喊的口號去了哪裡啊，我撐 DBC 去了哪裡啊，那些人呢，你們不是想聽大班的嗎？不是喜歡麥 Sir 的嗎？你們去了哪裡啊？就算即我都知道 DBC 的主持、啊、都身心俱疲，我體諒他們今天不來，但是想聽他們電台的人呢，你們放了工做什麼不來、啊、喂，這個呢其實呢昨天呢、就是、DBC 那班、朋友啦，其實都說了一個很好的訊息，就是為什麼會民間電台今天坐在這裡，其實呢就是因為接力，明白嗎？即係我哋唔係叫做咩咩，即係唔係叫做嗰啲叫咩 high jet 啊，係啦，即係唔係話叫做乜嘢乜嘢嘅。即係最主要的問題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呢、這個之所以叫做公民廣場，係因為曾經有一班你哋完全以前唔知道佢哋嘅名字，亦都唔知道佢哋要話俾你聽發生緊咩事嘅年青人，佢哋透過呢個公民廣場，每日喺呢度公民抗命，日日將佢哋嘅信息每一點每一滴咁帶到個社會每一個角落。而感動到香港人，亦都知道佢現在已經受緊一啲，或者將來可能會接受一啲佢唔想接受嘅教育，明唔明啊？咁如果當 DBC 受打壓嘅時候，咁可能已經感動到你出嚟接食啦，係咪？有冇問題咧？覺得？即係我係，其實我個人喜好方面咧，我就唔係太中意聽大班講嘢嘅，即係呢個個人喜好啦。咁我唔會因為我個人喜好而唔去出嚟抗爭啊嘛，因為我雖然唔會聽 DBC， 亦都冇聽電台嘅習慣，亦都唔中意聽電台，但係我覺得你既即係一條渠道封咗，即係封咗一條路，你任由佢封死曬，就會變成一個鐵屋噶啦。咁我哋係咪等佢封死曬啲窗，我哋先至嚟鐵屋吶喊咧？唔係啊嘛！而家我哋仲有道大門喺度噶，而家道大門已經俾人灌緊紅毛泥封住啦，就嚟打，即係殺到埋嚟啦！咁我覺得我嘅絕食唔係要用我嘅痛苦嚟感動呢啲咁嘅生物嗰啲權貴，而係希望啲群眾真係行出嚟，我係用我嘅身體嚟懇求所有熱愛自由嘅香港人行出嚟咯。唔好話我哋咩民間電台，甚至咁講真啦，其實你只要仔細啲 search 下，就知道阿牛啊同我都係社民聯嘅成員啦。唔通又係政黨控制咩？俾政黨利用，俾政黨洗腦咩？黐線啦！咁如果真係政黨控制啊，咩叫政黨控制啊？就係、是、中聯辦插手封殺 DBC 呢啲叫政黨控制啊嘛！好，咁啊嗱，你而家開始咯，而家係晚上嘅差唔多八點鐘啊，咁開始計你嘅時間，咁你都開始係啊，要咁啊認真噶，咁啊我哋陸續應該都會有唔同嘅市民又會加入啊，或者支持啦嚇，咁啊都好肺腑啊，因為昨晚其實我哋都會話啊，有啲朋友嚇。即係我哋文台嘅成員都有啲唔開心啊，就話喺 Facebook 啊，喺一啲網上嘅討論區，就會有啲市民啦、啊、網友啦、啊，就會話：，唉、哎，係咪俾人騎劫啊？民間電台或者今日亞TV 嚟係咪即係度搶咩咧？咁樣，咁我就好想即係用一個問號嚟回應嗰啲咁樣嘅人嘅留言嘅啫。其實如果你話要騎劫，即係我好想講，昨晚如果有在場嘅朋友，你十一點幾？當你聽到朋友，當你聽到呢個友誼之光之後，當你聽到後會有期呢四個字啊，大家拜拜嘅時候，你係咪願意尋晚就畫上一個句號，然後等籌夠唔知幾多錢，然後就去繼續訴訟，打完呢場官司，跟住有一日 DBC 就會復播呢？你係咪會咁即係覺得係就咁樣個運動就會完結嘅呢？定係點樣延續呢？咁既然延續落去，咁梗係有啲人。有啲即係嚇
接棒又好，接咪又好，無論是民間電台或者其他不同的團體，有人肯認頭啦。咁呢個認頭真的很坦白喎，好倉促嘅咋。即係阿牛哥在我哋禮拜六，我記得，即係我哋知道我哋民間電台七週年在個柴灣的工廠大廈，幾十人在度打緊 band， 喺度切蛋糕，在度唱歌。突然間阿牛哥話提議，喂，不如我哋延續七日咯，咁樣大家有冇反對？有冇意見？肯唔肯？咁就嚟。咁我點解要同的士佬撩起呢個七年前呢件事呢？就係話七年前當大班同埋鬱敏被封麥嘅時候，大家好多人都諗唔到啊，點算啊咁樣？哇，咁都有嘅，兩個最受歡迎嘅節目，最即係如果用商業嘅角度去睇，最賺錢噶嘛，係嘛？都竟然會冇咗嘅，咁點做啊？咁牛哥咪又係同我哋嘅兄弟一齊話，喂，不如公民抗命，我哋都要用呢個所謂非法廣播去挑戰呢個過時嘅呢個電訊嘅條例，就去開咪，一個唔過意開就開到而家。即係你諗下，其實、即係我諗大家應該諗下一個舊嘅問題。其實歷史咧係不斷咁樣喺度重演嘅。即係頭先阿 Ken 仔咧就提到話，當年大班同鬱敏被封麥，咁就好多傳媒問點解啦。咁當時嘅商業電台咧就話係基於一個叫商業理由。咁當年香港人就全部蛙曬言啦，抹曬嘴啦。個理由話如果商業理由嘅兩條友收聽率咁高，可以幫你揾到咁多廣告翻嚟，你點解殺咗呢個節目呢？係咪？咁調翻轉頭去到今日2012年，就有一個所謂叫做深圳大富豪，就話俾你聽，我基於一個商業理由，我寧願將我所有嘅錢投資咗落嚟，我蝕曬都好啦，但係我都唔寧願個電台繼續運作落去嘅。就即係等於頭先阿 Fanning 所講一個問題，我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聽電台，甚至乎你好討厭大班或者好討厭一啲所謂叫做名嘴，日日喺個收音機度嘈喧巴閉。我平時好斯文嘅，我聽交響樂嘅，我聽啲時代曲都聽得好温柔嘅。你幾條傻佬喺度嘈喧巴閉，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 ，Fanning 頭先所講就話佢要絕食，當然佢係一個女仔，一個小女子，佢未必有能力可以憑佢嘅絕食去推翻到整個唔公平嘅制度，但係佢有能力，或者曾經試過有人有能力喺呢個公民廣場入面做咗啲嘢，可以感動到香港人，而觸動到香港人係全城參與、全城所謂叫做抗衡，甚至乎有少少叫做革命嘅味道喺度。咁所以我今日就想同阿 Fanning 講，咁當然我好支持你加入呢個絕食行列啦，因為其實暫時你睇到今日就一定唔會有當時學民思潮嗰種絕食嗰種震撼性產生啦。咁而家就只係得劉南光啦，咁啊牛啦，咁啊你啱啱加入係咪？咁如果我想問你啦，後生仔其實就比我哋呢幾廿歲就一定係多啲激情㗎啦，係咪？如果我問你，你期望你絕食可以見到啲乜嘢效果呢？例如話開放大氣電波啦，或者切換國民教育啦，諸如此類各樣各樣。即係你有冇個目的嘅咧？我有目的嘅，其實就係、是、係啊，即係我想希望有更加多嘅人嚟呢個廣場嗰度，唔係探我咯，唔係探阿牛，亦都唔係探即係當然最好咪探埋阿林。佢唔係探你哋，佢探你哋嗰個目的或者精神。佢哋即係唔單止係嚟探我哋或者支持我哋啊，甚至即係你將啲希望寄託喺某一個明星。寄託甚至我照直講啦，你將希望寄託喺大班，寄託喺 DBC 個係冇用噶。你要將希望寄託喺你自己嘅力量嗰度，聚沙成塔，大家都見到噶，睇大家踴躍捐款，捐幾百萬喎，可以買樓噶咯喎，真係，即係可以睇到大家聚沙成塔嘅力量啊！即係靠幾個明星係冇用噶，即係要大家要行出嚟，唔好。我哋過往就係、是、哎呀，我希望你幫我乜乜乜啦，即係好結果咪造就咗民主黨嘅背叛咯，即係呢種心理。唔係你所講嘅明星咧，我諗即係尤其是喺一個社會好困難嘅時候咧，就會出現一啲所謂叫英雄嘅。我諗用呢兩個字可能會貼切啲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話即係我試下舉啲未必啱唔啱嘅例啦。即係當年國民黨管治中國嘅時候咧，貪污腐敗咧就好嚴重嘅。咁跟住咧就有個共產黨咧就阻住一啲叫政治嘅旗號出嚟，跟住就統領又全中國嘅人民諸如此類，佢哩啪啦，跟住到後屘奪得咗政權。咁然之後咧就可能會變成咗第二個人，或者第二個政黨，甚至乎出賣咗自己嘅理念嘅。但係而家你所講嘅叫做領袖又好，英雄又好。但係喺呢度已經話咗俾香港人聽嘅啦嘛，
黃之鋒是不是一個叫領袖或者是不是叫明星，其實都不是的嘛。到最後尾，黃之鋒之所以可以壓得住個政府，令到佢擱置咗呢個國民教育嘅方案，係因為香港人醒覺到每一個人都係自己嘅英雄啊嘛，係咪？其實黃之鋒喺佢做反國民教育之前，我已經識得佢噶啦。一齊搞大家應該有時比較接近一些社運友嗰啲咧，應該知道一個叫做食羊組織嘅嘢啦。咁當時咧，黃之鋒一齊同我哋去巴伊嗰度食羊嘅。咁咧因為呢個活動咧，咁我就識同阿黃之鋒又識啦，咁又 at 咗佢啦喺 Facebook 嗰度。咁嗰陣時咧佢都睇到國民教育係幾可怕嘅，我都知嘅。但係嗰陣時我又考試啊，又周身唔得閒，就其實冇去到啦。咁跟住去到後屘，佢自己都好忙，咁大家就冇再聯絡。但係你呢個正正可能就係香港人一般嘅心態喎，即係針唔到肉咧就唔知痛。去到最後尾真係揭到出嚟，原來國民教育係咁得人驚嘅，跟住先識得喺屋企攬住個仔喺度喊。如果我個仔有專日受呢個教育，第二日攞住本紅寶仔翻嚟批鬥我的話，你講得啱啊！所以咧，我阿媽其實咧同黃之鋒係同期噶，即係各自做嘢噶。我阿媽係同佢同一個時期做嘢。哦，嚇得我啊！咁嗰陣時咧，佢就成身咧就寫曬大字報咁樣喺港鐵嗰度遊曳，差啲俾人告遊蕩噶啦。因為咧佢寫曬大字報又話反對洗腦啊，唔好俾政府洗腦啊，同埋啲教材咧已經染紅咗啊。我阿媽係真係有咁做過嘅，其實佢個 Facebook 叫 Elsa O 啊嘛，咁咧其實你可以去睇㗎，即係佢雖然佢唔係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亦都唔係學民思潮啦，亦都冇參加過啲咩特別嘅組織，淨係俾我氹咗佢入社民而簽咗賣身契嘅啫。不過咧，你憑乜嘢可以咁樣呃到人啊？呢個並唔係重點。咁咧，我講翻我媽嗰個反洗腦過程先。其實佢個個都當佢傻婆㗎，黃之鋒咪一樣咯，個個都當佢傻仔，黐線傻仔嚟嘅，都關去做咩政治啊？我阿爸炒樓啊，炒股都唔知幾發咯，應該向佢學習啊！嗰陣時我真係㗎，黃之鋒有都言語間都有睇，我都睇得到，即係之前喺 Facebook 有 PM 佢，我言語間我都。嗰陣時我都知道，啲人都當佢白痴仔讀書啦，搞咩政治啊，都係咁噶。唔係，而家個好處就係話咧，嗱你咁啲貴庚啊，講唔講得㗎？我廿歲咯。唔係廿歲，其實都係一個黃毛小子嚟啫嘛，係咪讀緊書啊？我唔係啊。哦，你真係冇讀書，真係出咗嚟做嘢㗎啦。係啊。係咪？咁如果我問，其實咧，我同我細佬都已經脱苦海㗎啦。即係離開咗。係啦。唔係咁啊，唔需要脱苦海嘅，咁冇壓力嘅。即係讀書唔係一定壞事，但係如果讀壞書先係一件壞事啫，係咪？佢即係其實我同我細佬啦，我阿媽其實唔使驚，我同我細佬接受咩國民教育㗎，都已經離開咗。唔係咁，你唔可以斬腳趾避沙蟲㗎嘛，姐啊！你唔可以話因為有國民教育我唔讀書㗎嘛，大佬，你明唔明啊？唔係啊，即係其實。咁如果你講個例子，即係因為有國民教育，所以唔生仔嘅啫。係啦，咁即係你搞到咁極端，個地球都爆埋啦，頂你個肺！世界末日啦，係咪？咁而家就唔想世界末日個理由就係因為有人出嚟反對啊嘛，人要修正啊嘛。但係而家你睇到個政府又抱琵琶半遮面，最多話俾你聽，我唔會撤回噶啦，但我最多擱置嘅啫。咁即係點啊？唔係永不撤回唔緊要啊！但係而家我哋香港人即係將國教呢個例子已經變成好似廿三條咁樣噶啦嘛，明唔明啊？即係永遠我哋心入邊同個政府已經有一條好大嘅刺喺度。如果一日呢條刺唔除嘅話，我相信呢個公民廣場，甚至乎有個傻嘅喺度講嘢，都分分鐘有幾萬喺度聽啦。因為個政府有問題啊嘛，而家唔係我哋有問題啊嘛。呢啲咁嘅後生女講個老實，初出茅廬。雖然佢係關心社會，但係去到最後尾，原來佢參加咁多社會運動都冇辦法令到個政府有任何改變的話，佢唯有只係透過摧殘自己嘅身體，希望喚醒大眾對事件甚至乎對香港前途嘅關注啊嘛。冇錯，亦都係佢決定要開始絕食嘅原因啊！大家都聽得好清楚啦。唔係有樣嘢真係八卦，我想問你，你而家有幾多磅啊？我冇磅過，好耐冇磅過。佢有呢個李旺陽事件嗰次嘅經驗㗎啦。我諗我大概50公斤啩。
我好耐之前磅過自己咯，但係應該有肥咗嘅。咁啊，當夠你55公斤咯。啊，係咯係咯，大概啦。祝你好運咯！如果55公斤，一般嚟講，我諗都可以捱到10日到嘅。其實我有肚腩嘅，唔使驚嘅。咁問真啊，你係淨係絕食，咁你就會一路保持飲住一啲水啦，或者一啲叫做運動飲料啦，即係會係咁樣嘅，就唔係話真係連水都唔飲嘅。知啊！不過我問一下啫，你唔使咁緊張，定啲嚟。雖然我成日鬧人，唔使咁驚，我冇大班咁惡嘅，所以我喺今晚講咯，惡嗰啲喺昨晚講咯，唔使咁驚。即係都係飲水，係咪？夠啦，我哋差唔多8點噶啦，我哋咧要接進入我哋咧民間電台咧，真係交翻個麥俾你。好啦，咁啊，打橫嚟講，唔係最後一句都要講句，希望大家俾少少鼓勵。依家啱啱加入絕食嘅朋友，同埋兩位已經進行緊絕食嘅朋友，咁啊，我諗佢哋有一個信息好想大家幫佢傳遞出去嘅，就係希望透過佢哋嘅絕食，可以感動到你哋，再有機會再翻返嚟公民廣場嘅時候，可以呼朋喚友，揾多啲朋友嚟一齊支持言論自由。我咧就冇你咁悲觀嘅，因為咧。撐咗7日啊嘛，反國教嗰度有10日啊嘛，嚟呢個公民廣場都嚟咗好多日噶啦，我真係好想問下在座當中咁多朋友，由7月1日到而家已經嚟咗呢個政總有8次啊、10次、8次嘅朋友，舉一舉手嚟啊嘛，咪係咯？做咩？你哋表揚緊梁振英？你哋表揚緊梁振英啲政績啊？呢啲係佢啲政績嚟噶，大佬。即係運動都有。起落嘅，我哋回一回氣，跟住唞下，聽日後日，哇，又再翻嚟啦。通常係咁嘅，即係我哋呢啲咧民間電台、地下電台叫咩咧？俗語咧叫做跑龍套，你明唔明啊？啲大老闆咧就而家翻去回緊氣，而家我哋啲跑龍套呢啲咁嘅三腳貓功夫咧就走出嚟牙文牙武，到咗啲將來啲大老闆再嚟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呢班人咧，我哋真係讓翻個位先，因為佢哋真係好勁嘅喎 ，BBC 係嘛？由朝早8點到夜晚11點咁樣唔停咁廣播，咁多人咁多城係咪先啊？咁而且大家都見到啦，今日一打開報紙、打開媒體，有幾多報道呢幾日嘅事啊？係嘛？即係好奇怪係嘛？啲免費電視台又唔係點樣報，然後咧嗰幾百人嗰啲支持國教嗰啲就日日日報夜報，全日都重複咁樣報係嘛？咁啊呢個靠大家，所以靠大家即係煲住呢個熱量啦。無論喺亞華 TV 喺5點到7點，到民間電台咧7點到10點呢個時間嚇，咁啊。去一去。仲有一樣嘢補充就係咧，請大家善用你所懂得使用嘅社交平台，例如 Facebook 啊、QQ 啊、Twitter 等等咧，尤其 Twitter，希望大家咧積多啲一樣叫 followers 嘅嘢啦，即係其實可以，即係我哋唔好成日埋怨哎呀 CCTVB 壟斷啊，得嗰幾個電台啊，咁樣啦，平台唔夠啊，其實平台係自己製造出嚟㗎。例如你 Facebook add 多幾個 friend 啦，識與唔識你都可以 add 㗎。咁然之後，你再將你喺遊行示威所見到嘅真相、你嘅感受寫成網誌，咁你啲所有嘅朋友，你 tag 多啲人。等佢哋睇到，即係唔好查下要等報紙咁被動嚟報啊！你要主動發放消息出去，即係你唔好話，哎呀我唔識。哦，呼籲而家喺牆出邊嘅朋友，唔該大家冷靜少少。如果係諗住聽我哋做節目嘅，唔該大家翻入嚟好冇？唔該各位朋友翻入嚟。有啲人喺度發表佢嘅個人意見咧，其實我哋無需要有太過多關注佢嘅。因為你關注佢咧，我覺得大家其實喺度中咗佢嘅計。我哋繼續喺度開放呢一個公民廣場，繼續做緊我哋嘅節目，好唔好？好，咁我哋去一去 Jingle 咧，翻嚟都借呢個機會啊，大家了解下、認識下，即係民間電台其實咧有啲咩節目。稍後進入我哋民間電台嘅節目，打橫嚟講。好。我是將我的誠信、我的公信力押進了這個特區政府。我們的抗爭運動將會延續下去，抗爭到底。這個世界好亂，差佬還翻版，政府洗還手，財團打還我，你夠膽打還我，我就夠膽打還我。揭穿謊言，吃罵歪理，星期一至五8至9。
冷冷靜靜咁樣坐喺度，繼續做翻我哋民間電台嘅節目。咁我哋呢個節目個名叫做打橫嚟講。咁啊，點解呢個節目叫做打橫嚟講呢？就其實係主要針對特區政府嘅一言一行。就係而家我哋香港每日見到我哋後面呢個特區政府嘅施政咧，其實每日喺度強姦緊我哋香港人嘅民意嘅。咁所以既然佢夠膽打橫嚟，我哋亦都夠膽喺度打橫講。咁點解話我哋係打橫講呢？因為而家香港特區政府就經常拿住一條過時嘅電訊條例，就箝制緊香港嘅言論自由。舉個例子，即係話只要你任何人士擁有一啲發放 FM 大氣電波嘅工具，你就已經是犯法。大家可以看看我們這個燈台上面，除了一支旗之外，後面還有一支 FM 的天線。大家可以試試你們，如果你們有心機或者手提電話的話，你將它調校去 FM102.8 就可以收到民間電台的節目。另外我們都會將信息發放去柴灣，譬如你有朋友在柴灣住，也可以聽 FM102.8 將軍澳，甚至乎新界西的灰沙圍一帶咧，我哋都有天線咧，就動咗喺度嘅。咁大家想有朋友喺度住咧，咁可以通知佢聽。咁就介紹下我身邊嘅朋友。咁我係的士佬啦。咁我身邊嘅朋友咧就自己介紹。頭先上過嚟嘅主持咗一輪啦。我叫金英啊。咁有我金英同埋阿恩仔啦。咁循例都要講翻嘅。點解？即係以往民間電台都喺柴灣嘅大廈度廣播啦。咁用 FM 廣播。點解今日會嚟到咧？所謂何事咧？嗱，簡單啲講下啦，好嘛？嗱，就因為DBC 佢哋咧之前喺度做咗一個集會咧，就係希望要求復播嘅。咁大家見到後面個 backdrop 都見到啦。還聲於民，反對滅聲。係啦，咁我哋知道阿大班佢哋個台咧 ，DBC 咧係出現一啲問題啦。咁當中涉及到一啲背後，例如中共啊，或者即係所謂紅色商人黃楚標嘅一啲瀏覽啦、製作啦。咁就所以令到咧，我哋見到咧，又多一個我哋開放一個講自由民主嘅平台嘅電台咧，就咁就被迫接咗啦咁樣。咁所以佢哋都搞咗連續幾日幾個集會嘅全日24小時啦。但係因為佢哋就暫時告一段落，咁我哋就民間電台咧就會接手嘅。雖然即係我哋頭先由7點開始聽啦，咁啊，如果有聽到嘅聽眾咧，都會覺得。咦，今晚的一些聲調啊，又或者一些氣氛咧，似乎同以往在 DBC 的一些集會咧嘅晚會是有不同的喎。正正因為我哋以往民間電台咧都係以做節目的方式咧去廣播嘅，咁所以我哋接你咧都用翻我哋嘅方式，但係都好希望各位現場嘅朋友其實都有唔少，都唔係話非常之少嘅，都唔好話妄自菲薄，其實有唔少嘅朋友，有唔少嘅群眾喺現場嘅，咁其實亦都可以同我哋發表下言論啊，同我哋多啲互動嘅，因為依個我哋現在身處嘅地方咧叫乜嘢啊？叫公民廣場啊嘛，所以咧好希望各位都可以參與喺屋企。上緊網的朋友亦都好希望嚟緊依一個禮拜咧，都可以定時過嚟參與我哋依次晚會，繼續延續依次嘅發聲，繼續抗爭落去。咁我同大家講下少少民間電台嘅花邊新聞啦。即係咁，我哋民間電台咧，其實接到呢個電信管理局嘅傳票咧，我諗其實已經超過100張嘅。咁你唔好問我身上邊有幾多張政府傳票，因為我答你唔到，因為我從來講唔數嘅，我話知你告啦咁就其實我哋都試過喺好多次嘅戶外廣播，而好多嘉賓佢哋所得到嘅傳票，包括埋對上個星期五，咁就喺終審法院咧就有單官司，就關於民間電台所謂叫做嘉賓嘅案件嘅終極聆訊，咁啊而家咧就未有判決嘅。咁個理由就乜嘢咧？個理由就話嘉賓如果喺我哋呢個台講嘢有冇犯法？咁而啲嘉賓咧喺區域東區裁判處咧亦都裁定咗有罪，咁啊而家上訴到終審庭就未有結果。咁但係我想講俾大家少少故事，就係話我哋曾經試過有兩次比較代表性啲嘅喺街頭嘅非法廣播。第一就係我哋當民間電台第一次喺2006年，應該係九月咁上下啦，第一次俾佢拘捕嘅時候咧，咁跟住台長咧，阿牛哥咧就作咗一個決定。與其我哋坐以待斃喺度俾你拉的話，不如我就索性將整個廣播室，即係好似而家咁樣，連埋發射機、連埋天線，直接搬咗去皇后大道東嘅電信管理局樓下嗰度廣播。咁當我哋去到電信管理局樓下嘅時候咧，你睇到
湖中大廈整條行人天橋上面已經有四五十個電訊管理局人員嘅職員喺度一路錄影啦。跟住你睇到嗰個警察維持，仲有警察咧超過五六十人喺度。咁其實只不過圍住我哋連埋啲聽眾，約莫都係百零二百人到嘅啫。基本上一個對一個咁滯嘅。咁跟住做完啲劑之後，不如咁啦。既然政府對我哋要求開放大氣電波係沒有任何回應的話，不如咁啦，我哋索性玩波大啲嘅。咁去邊度播呢？去港督府嗰度播。咁去到港督府嗰度播咧，咁其實我哋仲少人，我哋得翻廿幾人喺身邊嘅啫。但係出動嘅警力連埋電訊管理局咧，都係過百嘅。咁你就可以睇到特區政府對鉛制言論自由嗰種態度有幾咁積極啦。但係今晚咧，我反而覺得好奇怪，因為啲幾盞燈射住我，因為出邊啲人其實我真係睇唔到。我唔知道天橋上邊或者係牛哥你好眼啲，係冇電訊管理局嘅人喺度嘅。今日嘅警力寥寥可數，同昨晚差唔多，可能真係食飯時間啦。咁係唔係即係話大班昨日嘅行動？喚醒了幾萬人在呢個廣場入邊要求言論自由。雖然今日呢度數數埋埋，我覺得頂多都係四五十個老友記喺度。點解咁奇怪呢？你有冇咩特別睇法？真係我唔明嘅。我咁多次非法廣播，次次我喺度嘅。今次我真係我都拗曬頭。唔係嗱，正常咧 ，Ofta 咧嗱，即係你話一開始咧 ，Ofta 即係電信管理局都會好張揚咁話俾你聽，我係電信管理局嚟周你嘅。唔係，咁但係你唔排除依家其實都有錄，只不過你見唔到啫，可能喺啲大廈上面咧。好熟㗎啦，大佬，我俾電信管理局，我唔知拉過幾多次啊，大佬。即係個頻密程度好似做小販咁，總之咧擺個檔出嚟俾人拉咁滯。我未試過擺個檔，包括埋喺西人菜街擺咁多次檔，我未試過係冇電信管理局嘅人，甚至佢哋即係堅持到係可以拿部攝錄機喺我個鼻嗰度拍我個樣，即係我唔知係咪真係靚仔到咁緊要。咁你有咩高見啊？你覺得咁樣？我唔知點解喎，即係係咪因為尋晚 DBC 無意之中就成為咗言論自由嘅 icon？ 但係特區政府又醒覺到，喂，如果繼續拉你民間電台班傻佬，跟住就好似國民教育咁，人冧人，人冧人，人冧人，可能一個禮拜變相幫我哋做曬啦。你咁嘅意思，即係如果佢哋咁做，就變相幫我哋做曬啦。我從一個最積極嘅角度去睇，係唔係電信管理局或者特區政府知道香港人醒咗啦？知道唔可以再呃佢哋啦。就算再拉多你哋幾多鋪都好。原來民間電台真係動天線動足七年㗎，越動越多枝啊！甚至乎而家動到去梁振英嘅後欄嗰度啊，大佬。嗱，咁既然講到話要行動，話要支持嘅，我都要宣佈一下啲嘢啦。因為我哋上一手係 DBC， 我哋係過嚟接力㗎。咁所以我哋都要支援 DBC 啊。咁啊有一個宣告嘅，就係支援 DBC 大班何國輝訴訟基金。咁啊，如果大家想撐佢哋去打贏呢場官司咧。咁你可以寫支票 KP Chow and Company， 咁寫去 KP Chow 度啦，咁啊個署名啦嚇。咁後面寫明咧就支票後面寫明咧就撐大班何國輝嘅訴訟費。如果你閣下用過數嘅方式咧，就係恒生銀行2804419400001嘅。咁入數只可以寄去咧依個周啟邦嘅律師事務所，地址係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23樓嗱。咁啊，最簡單直接咧，咁我見到嗰度有兩個錢箱，咁所有籌到翻嚟嘅錢咧，就係俾阿大班同埋何國輝佢哋打官司嘅，咁啊同我哋民間電台咧係完全無關。係啦，我哋純粹係義助嘅啫。係啦，如果各位朋友想支持我哋民間電台咧，咁可以去恒生銀行，我哋有個户口嘅，就係7732688183，台頭就民間電台。咁或者大家唔記得咧，可以上我哋民間電台個網站咧，就可以揾到呢個相關嘅信息。咁點解我哋會咁關注大班呢個官司呢？咁啊，其實台長而家住緊食啦，即係佢有興趣上嚟講下啦。因為我曾經試過，因為民間電台嘅案件係一個月，包括埋東區法院，包括埋地方法院，包括埋高等法院，我係一個月竟然係請假請咗12日嘅，係喺呢三個法庭遊走俾人聆訊。我同我老細講，我話我要上法庭，我老細潤咗我一句説話：你而家轉咗行做律師咩？你唔使揸的士啦，你要做律師得啦，你日喺法庭出出入入。係咪？你發達啦而家，大佬，你諗下香港參與社會運動就係呢一班咁嘅人，其實日頭就翻工。今日我俾班兄弟鬧到我爆嘅，話俾你聽。你知唔知其實今日我遲到咗半個鐘頭先嚟？其實我是一個好準時嘅人嚟嘅，係因為我攰得滯，我瞓著咗。
鬼嘢。但唔緊要，你瞓著唔緊要啊！但我哋依家再呼籲多一次啦，除咗我哋捐款去撐大班呢個 DBC 嘅訴訟費之外咧，我哋更加需要嘅就係希望各位群眾都可以繼續參與我哋集會。我哋嚟緊民間電台同埋亞華 TV 咧，都係接力去喺依一個禮拜裏邊咧，繼續接力廣播，希望捍衞言論自由。開放大氣電波嘅，咁好希望就係各位可以繼續參與啦。嗱，阿華又有説話想講。共產黨有坦克車，有飛機，有導彈，我哋香港人乜都冇，我哋只有人數。如果冇人數，我哋根本冇能力扭轉今日香港嘅困局。係，咁其實開台開七年，好多網台嘅朋友就話開網台得啦。依家都四通八達，但係我哋覺得大氣電波仲係俾特區政府鉛製住，由 FM 88兆赫到108兆赫係基本可以足夠有200個電台容納嘅。特區政府只係話頻譜唔夠，如果轉為數碼咧，係數以10倍嘅聲音。大家覺得用個網台已經足夠，其實自己係綁自己。由 Day One 開始，民間電台大班昨晚講到 BBC 喺受傳媒冷落，民間電台7年只係接受過吳志森喺未開台之前做一個訪問。你係咪真係開台㗎？你哋將會點樣開台㗎？我記得當日黃岸賢、吳志森同我喺節目咁講，我話黃岸賢、吳志森，我牛將會舉辦呢個電台，我哋會用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持續公民抗命，我哋俾佢拉一次。第二日就開翻，拉10次，開10次，喺邊度拉，喺邊度開，我哋講得出，做得到。你實踐咗你嘅承諾啦！我哋直情喺法官面前，我哋同法官講：你唔需要罰我哋被告任何金錢，因為我哋錢係市民大眾捐翻嚟嘅。是用嚟發展民間電台嘅，亦都唔使罰我哋守行為，我哋被告行為良好，亦都唔使罰我哋社會服務力，情操高尚啲。我哋個個都日日服務社會。我法官，呢個係殖民地嘅惡法，量刑唔該你用最重嘅運我哋。我法官，你記住。如果我哋坐喺小監獄，為咗言論自由坐喺小監獄，法官你坐喺大監獄。到今日，我哋個立場仲係不變，仲係堅持繼續以公民抗命去做呢個廣播。我哋。試過邀請曬香港好多名人，好多都驚被告，但係當中亦都好多唔怕高而入到嚟。有啲現在做緊主持嘅，佢覺得現在有支麥已經足夠，佢覺得大雞唔食細米。同埋你嘅非法好容易俾人告，佢係拒絕你。當日我試過邀請李慧玲，李慧玲同我講：阿牛，我係商台嘅人，我唔方便過嚟。我邀請個周融，周融話佢係港台嘅人，我唔方便嚟。周融今日咪又要應聲倒地。殺得大班，殺得鹿敏，喺邊個都殺得。到今時今日，冇人能夠
追過佢兩個修訂率，呢個係公認，啱唔啱？所以今日拉猶太人唔關你事，聽日拉中國人唔關你事，後日拉你又關你鬼事咧？媒體，我話俾大家聽，大班哥都好啱。依家啲記者係已經冇咗蒙面天使嘅愛好，個個都係專欄作家。咩叫專欄作家呢？影張相，快作啲加啲，就係個新聞啦。琴晚呢度逼爆廣場，有幾萬人。無線電視有冇新聞報導啊？冇啊嘛！今日我哋小貓三兩隻，我哋同阿劉南光喺度絕食，加一兩個支持者喺度，無線電視啊詳細拍呢個新聞好好做。嗱，支持復播，支持開放言論自由，捍衞言論自由係小貓三四隻。啲咩心態？啲咩心態？我哋嘅持續公民抗命，到依家電信管理局喺七年嚟係唯一我哋最忠實嘅聽眾，每一集都聽，隨時我哋做檢控嘅工具。但係喺過去嗰年幾，我的記憶。過去嗰年幾，電信管理局已經冇開 OT 啦，冇上嚟拉人封艇啦。我哋好多主持喺排隊等緊俾佢告嘅，好多主持話我仲未攞到張畢業證書，但係有人在做咗三年四年。都攞唔到張畢業證書。啊！而家仲有分高級會員同埋初級會員啊！即高級會員好似我哋都有罰3000元嘅，啲初級會員一張全票罰1000元嘅。啊！有階級觀念。你睇到，如果我哋真正違法，你點解唔執法？今日我哋嚟到太歲頭上，係開 FM 廣播，係用緊 FM 廣播，大家聽唔聽到？用收音聽唔聽到？聽到舉手。你聽到的嘛？所以呢個就係堅持的好處咯。我哋係佢講的是非法廣播，出面有差人拉啊 ，welcome 歡迎，還掂啊！我在座三個都有身份證，有身份證㗎啦。嗰啲未有嗰啲咧，係等緊嘅。嗱，如果你話拉嘅咧，我即時落台。我哋啲等我身份證嘅隨時上台。今時今日，我哋嘅空間係不斷收窄，就係啲持份者，你死就最好，我就會佔曬市場嘅大多數。今日 DBC 被封殺，大家不以為然。聽日新城若然被封殺。那些不用封殺了大佬啊！唔係，若然被封殺，大家都不以為然。當最後商台、港台、無線電視全部唔準播，只係準播中央電視台嘅嘢，我就指你哋喊都無謂。唔係，而家最震嗰個好肯定係商台啦，係因為嗰段錄音講咗，係因為想揾阿李姐姐去做節目噶嘛。咁而家李姐姐雖然唔喺呢度做節目啫，但係喺商台繼續做緊噶嘛。其實大家。你要想下商台的節目，李慧玲是做緊左右凡俗的，點解係去到從晴朗的一天蒸發呢？就是啱啱就 DBC 想邀請佢過嚟的時候，何佐之、余真就掹翻落張總節目，等佢做招談到特首。其實我喺度奉勸一句，你。支咪是不穩的，當權者和你老闆一合作，話封你是話都冇咁易，節目調動調整解決問題啊！所以雖然
民間電台梗係冇 DBC 咁大個覆蓋率，冇咁大嘅影響力，我哋都冇啲名嘴猛人坐鎮。有嘅，有嘅。稍後我啲名嘴把聲俾你。我哋多謝大家喺咁清清冷冷月半彎嘅時候，仲能夠出席喺度堅持，只要有一把火，一片火就可以燎原嘅。同樣話俾大家聽，保釣十六年嚟不聞不問，到今日登咗島之後，解放軍都要去，我哋嘅堅持毅力，我哋信。如果我哋可以堅持，好似佔領中環，我哋做得到嘅。只要大家能夠出席，一切撐場。多謝。咁啊，牛其實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大班喺大班封麥嘅時候咧，咁民間電台站出嚟就為咗開放大電波，就成立民間電台啦。咁而大班又行另外一條路咧，就係話爭取呢個數碼廣播嘅頻道，而佢亦都可以申請到牌照。雖然到最後佢都係因為政治嘅問題啦，而被封殺啦。咁但係其實 DBC 也好，同埋民間電台也好咧，其實走嘅路都係一樣，都係為咗開放大氣電波同埋捍衞言論自由而出嚟去抗爭，或者去繼續營運嘅。大家行嘅路都一樣，所以好希望即係大家走嘅路唔同啦，但係都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我哋爭取嘅目標都係同一樣嘅。咁所以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還聲於民，開放大氣電波。咁啊！阿牛就在絕食當中，就你聽到他都有少少攰攰地，咁應該頂得住嘅，24小時都未夠咁大隻，冇問題嘅。過多幾日先問候佢啦，或者送花啦，重陽節拜完山剩翻嗰啲啦，咁就多謝你害咗我七年啦。咁大家除了阿牛係中意好似我哋咁樣好輕鬆咁樣公民抗命搞爛嘅之外咧，我試下俾少少阿牛嘅政治智慧你哋聽。咁控制員先生啊，仇斌哥。準備好未？可唔可以俾少少阿牛嘅政治智慧大家聽下？你唔好掛住喺後面同啲女仔打牙教咧，聽住我講嘢好唔好？啲義工係咁上下嘅，呢個叫小斌哥，大家聲討嘅民間電台嘅網站。我覺得董建華呢有心冇力啊，咁啊曾蔭權呢有力，咁我希望佢嘅心係更加。多啲為香港，我係飛天豬，我好支持民間電台。各位聽眾，我是蔡素玉，我是歡迎香港有多啲唔同嘅聲音。咁啊，希望咧民間電台可以好快咧攞到牌咧，就係、是合法地運作。我舊拍檔高柏亞先，尊貴嘅行政會成員。張炳良教授，我哋嘅社會既有大眾嘅興趣，亦都有小眾興趣。我希望咧喺主流嘅廣播機構以外咧，亦都係有空間咧，係讓一啲民間嘅電台出現，令到我哋嘅媒體咧係更加多元化。阿牛係咪老粗啊？喂，冇，阿牛係咪老粗啊？阿牛有冇政治智慧啊？一個咁有倫有國，行到邊度喺出邊都有人鬧緊佢嘅人。竟然可以運用他的智慧氹到這些傻佬去支持民間電台，牛哥你好厲害，我服了你。但話說回頭，第三段聲帶呢其實是張炳良，但現在張炳良在做什麼？他在民間電台的直播室裡面做節目的。不是，張炳良現在去了行政會，做了行政會成員，做埋官添了。但你看他當初所謂支持民間電台的聲音，但點解佢唔可以放翻落 DBC 度咧？你應該問佢點解佢喺行政會議做緊行政會議嘅成員時候，如果佢咁支持開放大氣電波，點解佢唔將呢把聲音帶去行政會議入邊啊？因為香港發一個廣播牌照係需要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首肯先至可以發一個牌照出嚟嘅，所以佢話大班嘅電台做唔掂啊，做唔掂啊，商業糾紛嚟啫嘛，商業糾紛咪由佢咯。嗱，我想問你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尋晚 DBC 喺度。作垂死掙扎，有幾萬人喺度出席呢個晚會，係一個商業機構啊嘛，係一個商業糾紛啊嘛。我問下你，如果李嘉誠執笠，有冇幾萬人喺長江中心聲援佢？
呢個係咪商業狗粉啊？梗係唔係啦，大佬！喂，成個電台開台嗰個願意抌錢出嚟做，講嘢嗰個願意付出時間喺度講，甚至乎挑戰權貴日鬧夜鬧個政府，你話佢商業運作，跟住你一句唔該啄咗佢，大佬！仲有一個商業糾紛嘅例子，之前播奧運嘅人咧，無線亞視係冇得參與呢次嘅直播嘅奧運直播嘅。咁點解當時香港政府同埋呢個所謂嘅蘇錦良蘇卡片，要去干預呢次嘅事件啊？要幫亞視無線去爭翻呢個奧運嘅廣播權啊？雙面糾紛啊嘛，點解要撐佢哋啊？調翻轉，點解依家 DBC 佢履行咗呢個廣播嘅責任，佢履行唔到啦？點解蘇錦良一次嘅關注都冇咧，一次介入都冇咧，點解唔揾埋呢個大班同埋黃楚標、李國寶等人去就開一次喺政府總部開一次會去了解一下件事啊？冇，蘇錦良係冇，何以點解播奧運就要去介入 ？DBC 一個電台就唔去介入？阿哥，但發調翻轉喎 ，DBC 佢喺依幾晚話二播咧，蘇錦良又出翻現啦。佢又話：，我要關注一下啦，因為你係最重。你媽依個咁嘅政府，同埋依個所謂蘇卡片蘇錦良，佢嘅行事標準係雙重標準。一個本身應該商業運作嘅，佢去管。依家講緊涉及到大眾嘅利益，講緊依個開放頻道嘅問題，佢又唔理，都有最重嘅人。佢又話：，我又出翻現啦。你話依啲人係咪垃圾？大家覺得？呢個蘇錦良係咪可恥？可恥！各位，我都叫咗你哋唔好鬧行政署，鬧行政會咁多啦。行政署啱啱出嚟話，嗰個電源係俾記者去使用嘅，因為我哋唔係記者身份，所以佢要崩我哋嘅制。我話俾你聽，你即管崩，你要負責任。民間電台都係一個傳媒，你唔可以唔承認，你即管掹咗你嘅後果自負，我唔信你夠膽掹，你梗係隔離的士佬鬧張炳能鬧得急過頭，你唔應該咁鬧，你應該錫佢啊！錫唔落，對唔住。你錫佢就可以發片啊！得，因為你都鬧佢咧。大家攞住你嘅鏡頭影住，如果我哋封麥係冇電封麥冇燈，你就知道行政處係用緊佢手段啊！即係呢啲嘅欺善怕惡。以為我哋小貓三四十個就可以蝦得就蝦，其實最堅就呢三四十個。喺咁飄雨、風雨飄搖嘅時間，都能夠坐定定喺度聽呢班傻佬亂噏，你即管嚟 ，welcome。咁啊，講翻頭先個問題啦，行政署或者特區政府中意做乜？咁我諗你睇到我哋民間電台七年以嚟嘅態度。我想你都知道我們會用什麼態度去應對這些問題的了，無謂浪費我們的時間。剛才金英就說到為什麼張炳良對於有沒有奧運播這麼緊張，蘇錦良為什麼有沒有奧運播這麼緊張，我想點醒一下這些年輕人，因為始終我大了幾十年的大佬，中國是奧運的金牌大國來的，哥你試試如果中國是一個金牌都拿不到，你看蘇錦良有沒有那麼緊張，所以他就是要製造這些所謂愛國的情緒，大家現在中共啊很猛，這個國力強勁，所以就要所有電視台都要播奧運，尤其是焦點是要播中國運動員出賽的一些運動的賽事，同埋你要記住一樣，何以香港人的發言權利就不去捍衛，所以就是你戇居咯，坐在這裡的人我相信個個都聰明過你，喂現在蘇錦良坐在這個位置不是因為有能力而坐上去的嘛，是因為沒有能力才可以坐上去的嘛，如果你有能力的，
你發咗達啦，使乜加拿大走翻翻嚟？使乜加入民建聯？使乜好似擦鞋仔咁掠個高官嚟做，又翳又拜啫？仲使乜收卡片啦、啊？有料嘅，民望高嘅，行到入境處，大家都識叫你做蘇長官啦，係嘛？使乜攞張卡片出嚟啊？即係話，而家出緊你好高人工，廿幾萬一個月，喺你日常生活入邊，包括埋有冇收音機聽嘅官員指指點點，呢班人係冇能力嘅，係靠擦鞋上位嘅。所以如果教國民教育咧，硬要塞一啲嘢俾啲細路仔學咧，其實應該將呢樣嘢塞埋俾啲細路仔。譬如好似阿 Fanning 咧頭先講咧，讀書冇用嘅，讀埋嗰啲咪國民教育，害死啲細路仔啦。不如唔好讀啦，大家盲字都唔識嗰個咪算數咯。咁到最後尾你咪揦住個鋤頭走到仔江山搞革命咯，係咪？咁 OK 喎，其實我覺得。但係最大問題，你應該教埋啲細路仔。而家讀書冇用嘅，以前啲人話咧，讀完大學做醫生、做律師，跟住行去呢個政府總部做政務官、做 AO， 好好人工嘅，下半世唔使休嘅。你讀到書有能力就得㗎啦。而家唔係嘅。而家同啲細路仔講讀書冇用嘅，聽 Fanning 姐姐講啦，啊整靚少少個樣，識多兩個高官，希望嫁到俾佢，啊或者中聯辦沖啲奶茶咖啡沖得靚嘅，入去得閒無事招呼下啲大官貴人，又或者北邊落嚟嗰啲啊，明唔明啊？拉好關係，你睇蘇錦良邊識做官嘅啫，一樣做官。張炳良嗰啲現民主派噶嘛，欺暗投明，一樣做大官係咪？就算做唔到官嗰啲，你睇下民主黨以前個馮偉光，而家撐國教啦，係咪？幾好啊！讀書嚟做咩？嗱，你睇下嗰啲幾開心，唔讀書嘅，日日坐喺度幾冇禮貌啊！嘈住人哋講嘢，係咪？啲又唔好提佢啦，嗰啲。而家唔係提與唔提個問題，而家我哋香港面對緊一個最嚴峻嘅問題。就是由特區政府令到香港的市民兩極化，撕裂香港人，其實就是特區政府始作俑者。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你看看區議會選舉，你看看立法會選舉，整個愛國陣營是透過政府的開支，包括可能生果金諸如此類蛇齋餅種噼里啪啦，就將一些利益去有引誘一些人士去支持去投票給他們，而對民主派的團體不封殺你，講句老實，你都有運行啦，你還想整個政府支持你嗎？在一個資源這麼不正常的情況之下，香港就出現過這麼扭曲的環境咯，即等於很多人問我，喂，蛇齋餅粽很貴的喎，你班友是不是作大，是不是吹水啊？跟住我問了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中國每年的維穩費超過7000億，是高過軍費。我覺得香港一毫子都分不到咩？香港對中共政權嚟講是一個很強烈的反共基地嚟噶嘛？每年六四一，尤其是喺呢兩三年，一年多人過一年，你看到自由行的旅客拉住個夾，掹住啲奶粉，逼都逼入去六四的晚會，係。你可以話佢搶貴咗我哋香港嘅貨，但係搶完貨之後，講句老實，佢都撐撐嘅香港個場啦，起碼你條氣都順翻少少啦，係嘛哥？但係而家呢班官員收咗你啲銀紙，日日搞到勞師動眾，火都著埋，兩條傻佬講句老實，名不見經傳，講嘢又唔好聽，個樣啊佢好過我啦，我唔使講點啊，係咪？你坐喺度為乜啫？你唔係為咗民間電台，你為咗言論自由嘛？因為冇咗大班，冇咗一啲夠膽講嘢嘅人喺個社會入邊講嘢，喂！傻嗰個識講啦，電台就梗係越多越好啦，係嘛？阿哥，你行去街市買餸，嚟嚟去去都一檔豬肉嘅，食死你都要幫襯佢啦。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有人願意掟埋錢出嚟俾你選擇，但係個政府唔俾你選擇啊嘛。你睇下呢啲咁嘅僆仔話俾你聽，我第一日識啲咁嘅死仔包咧，就係民間電台喺西洋菜街擺街站。咁啊，而家當然好多人識得金英啦，社運中堅分子嗰啲咁嘅80後啊，即係嗰啲啊。嗰邊企喺牆側邊嗰個陳景輝啊多啲。唔係嗰個我懷疑佢60後嘅，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你啊，喺呢個白痴企埋喺角頭度靜悠悠咁啊點啊？都即係其實都差得太遠啦。咁其實我哋講翻喂。點解我哋民間電台要接力啦？即係你可能有你嘅睇法，我有我嘅睇法。頭先阿牛亦都講咗啦。咁其實我覺得點解民間電台喂，即係好似網上面一啲言論，又或者有部分嘅人話喂 ，DBC 都撤出咗廣場啦。咁民間電台仲接力嚟做乜嘢啊？咁樣咁尤其是依家我哋缺乏呢個宣傳之下，人數又冇多。
咁點解仲要再做呢？其實我有一個觀察嘅，其實喺個喺個學民思潮嘅時候，喺度反對呢個洗腦嘅國民教育嘅時候，本身都係好少人，但係越嚟越多人去到話總共幾萬人啦，去到政總，到去圍呢個政府總部嘅時候，梁振英就感覺到呢種壓力，佢要去即係讓步啦。佢話撤出，由佢一開始話撤出同唔撤撤回咧，就中間有好多空間嘅。又去到依家又話我已經消除咗個指引啦，又希望可以即係緩和呢個壓力啦。到之後即係咁，學民思潮暫告一段落之後，到 DBC 佢本身即係大家都係一開始認為喂依商業糾紛嚟喎，一般人點樣介入呢？就因為 DBC 大班同埋一眾嘅員工願意出嚟身先士卒，去講翻呢個真相俾大家聽，又再次圍呢個政總，咁又先至令到梁振英嗰啲又有壓力，即係嚟緊新一步嘅發展，大家唔知道啊，但佢至少有咁樣去持續，所以我覺得點解民間電台要繼續呢？就係要將呢種嘅壓力同埋呢種不滿繼續要同呢個政府講，因為香港實在太多嘅問題啦，唔單止我哋洗腦教育。唔單止 DBC 嘅營運嘅問題，我哋土地嘅問題，例如好似梁振英喺佢競選嘅時候講話，佢會壓抑樓價，但大家見到佢上台，見到佢出現係咩啊？反而另一種效應出嚟嘅就叫做恐慌性購買，就大家去買樓，因為推出呢個所謂白表買居屋啊嘛，樓市係不跌反升啊！佢全部做嘅嘢都係推左走右，所謂講一套做一套，我哋香港已經聚集了那麼多的民怨，那麼多的不滿，我覺得我們不可以就著說因為學民思潮的反對洗腦教育以致所以 DBC 營運的問題，我覺得應該上升一個層次，現在不只是一件單一事件的問題，現在是我們對這個梁朝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由他第一天去參與這個小英子選舉的時候，我們就應該對他不信任，所以我們不應該撤出這個政府，我們是為著整個香港的自由、民主和開放都應該繼續出來去向這個政府施壓，因為這個政府是死到臨頭都不知道，是不懂流淚的，見不到棺材的話，所以我們要維持我們由學民思潮累積下來的一個群眾的力量，我們應該繼續去維護著這個力量，繼續去團結下去，就是要跟梁振英說我們現在不妥你，我們可以維持到多久得多久，我們是不希望將這種力量只是局限於得一兩個單一議題，而是我們是更加需要的，就是我們香港整體的前途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民間電台繼續去圍這個政府總部繼續去議播，我很希望即在這裡作出一個呼籲的，就是希望其他的團體，希望例如反對東北也好，或者其他的團體都好，都可以繼續接力，在七日後之後接力繼續頂上去，圍著這個政府總部跟梁振英說我們是有幾不滿。你看看八十後的後生仔，這些時間呢應該可能跟女朋友拍拖啦，或者為自己的事業在努力緊的，但都搞到咁嘈的，我不知道怎樣勸他。剛才他提到一個問題，我突然間被他抽一抽筋，他就說 DBC 的員工的問題就今次是沒有被提及的。那我突然間想起一件事，在梁愛詩做律政司司長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都幾記憶猶新的事，就是胡仙事件。當時梁愛詩就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就是說為什麼不檢控胡仙呢？就因為《星島日報》就聘請了很多員工，因為基於這個公眾利益的問題，所以我就對他的檢控就看不到了。但是DBC 是不是那些全部機械人做事的呢？因為我很想問一下梁愛詩，他可不可以出來解答我這個問題。因為大哥，你知道你這條友，現在所謂叫做無官一身輕，但是你看到他在香港的政治層面裡面，包括在國內那個叫做政治層面裡面，是經常說三道四，甚至對我們香港特區政府那種施政，即其實他對我們那種所謂叫做無形壓力，包括那種叫做挺好聽，挺大聲的，好聽，支持住啊！我支持你的言論自由。咁啊，如果梁愛詩不斷咁樣喺我哋嘅政府入邊，即係點講咧？壓支壓縮，
即係講個老實啦，我點解多謝嗰個阿叔咧？阿叔有言論自由，梁愛詩其實亦都有言論自由，但係點解梁愛詩講咁多無謂嘢，我哋香港人會咁反感咧？喂，因為你有個職位啊嘛，你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噶嘛，係咪？如果你經常批評香港嘅法治系統的話，大佬你要搞清楚先，咁你係咪即係話而家香港嘅立法機關，即係而家我哋後面嘅立法局咧，其實即係等於共產黨嘅橡皮圖章咧？嗱，講個老實。我知道梁愛詩所講的是事實，梁愛詩有講過的，說香港即使終審法院都是中國的地區法院，即是地院來的而已。不，我同意，我當然同意了，但是最大問題就是說，喂大佬，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司法獨立先？你香港梁愛詩，你在哪裡接受司法訓練的先？嗱，你說如果你在北韓，你在北京，你接受司法訓練的，你說這番說話，喂，我沒你辦法了，哥，是不是？但是你不是嘛，梁愛詩一定不在這個地方啦。你亦都曾經做過律政司司長噶嘛？即係當然，我哋明白梁愛詩係咪一個稱職嘅律政司司長咧？我哋咁多年，我哋都有眼見到啦。我哋亦都唔會對佢有啲咩期望。但係最關心一樣嘢就係話，梁振英根本上已經係一個黨官啊！梁振英根本上喺香港已經冇任何話事權噶啦。舉個好簡單嘅例啦，如果佢作為一個特首，有個夥計叫做陳茂波，係咪？多謝你哋，多謝你對我的支持，我接受呢個字嘅。如果我有能力出賣到中國的時候，我預你一份啦，阿叔。喂，即係你諗下，如果整個特區政府，甚至乎做了一些民意調查出嚟，梁振英的支持度是長期處於一個不合格的狀態，而你看到中聯辦對特區政府的干預是一日犀利過一日。梁振英當佢當選咗特首的時候，第一日就走去中聯辦借票，跟住你看到立法會的選舉入面，中聯辦話要邊個契仔契女贏就必定可以勝出，邊個民主派的候選人如果是有機會贏的，乜嘢都可以做，蛇齋餅中派到你輸又得，甚至乎抹黑又得，用嗰啲所謂叫輿論機器封殺你亦得。咁如果我哋根本都唔信任呢個政府，而梁振英亦都係已經被中聯辦管治的話，我好想問梁振英一個好簡單嘅説話：如果當香港人你每日喺度要求我哋要接受國民教育，要愛國，愛到好似嗰個阿叔咁樣，咁我諗下。你梁振英都是讀翻書，但都是一個所謂叫從事科學的人，你係雖然話佢唔係咩，佢唔係建築測量師啊，佢係產業測量師係嘛？佢係產業，我有冇講錯？我唔知道有冇講錯啦。都係測量下，係咪？咁都係一個科學嘅科目嚟噶嘛，係咪？咁如果我哋接受咗梁振英或者中聯辦嗰種建議，我哋全部學到好似出邊嗰個阿叔咁樣，咁你覺得香港仲有冇需要有咁多高樓大廈？有冇需要有咁多商業機構喺度啫？咁大家日日喺個田嗰度踎喺度，擔住支牙籤，點住口煙，攞住個鋤頭，係咪？放住嗰只咁嘅死肥牛走嚟走去，咪可以過到日子咯？咁仲點會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啊，大佬？其實講起梁振英咧，又真係好多嘢講。佢喺競選嘅時候，即係去小圈子競選嘅時候選特首咧，佢話唐英年僭建咧，實質就佢自己有僭建。佢喺做行政會議成員嘅玻璃屋唔係僭建。等陣先，佢話花棚咪錢面抵啲。嗰個叫葡萄架，你有冇睇佢做葡萄啊？葡萄架又點同個葡萄咧？嗱，繼續。嗱，佢喺做行政會議成員嘅時候咧，佢自己公開就話咩捍衞言論自由，但係私底下咧就話要封殺呢個商台。嗱，有陰謀啦。佢喺競選話佢自己冇僭建，佢話佢唐英年有僭建，佢就冇僭建，實質就係佢僭建啦，就係梁振英僭建，嗱又有陰謀啦。到去競選已經承諾話要壓抑樓價，但係上場第一件事就係變相推高樓價，又有陰謀。佢而家種種，即係例如佢話佢要搞教育嘅政策，但係結果上台咧就係要搞洗腦教育政策，又有陰謀。一個人背後咁多陰謀，咁多語言藝術，我哋而家同揾個叫做鄭子誠嘅人上嚟做特首有咩分別啊？我中意喎，佢播呢個啱啱啊！喂，一個充滿陰謀嘅人，一個充滿語言藝術嘅人做我哋嘅特首，我哋應該好不滿之下噶。所以我哋又點可以就咁輕輕放過佢咧？
不過我覺得應該要繼續圍佢至啱咯。不滿咧，但呢個我唔使講啦，即係講嚟都嘥氣啦。但係個問題就話，始終的而且確香港係缺乏咗種凝聚力啊嘛，係咪？即係有陣時都係叫一個中。所以咪難得就係有國民思潮，有 DBC 嘅作為我哋嘅人民先鋒起頭，懟冧咗啦 DBC 啲。團結咗我哋嘅人民嘅力量，但係我哋唔好咁輕易散啊嘛。我哋繼續啊嘛，我哋仲有好多話題，即係例如我哋依家所謂特惠生果金要審查咁。其實有很多人都有很多意義的喎，點解要審查？又或者點解我哋不去取消強積金，去成立呢個全民退保機制呢？或者好像剛才亞華 TV 的節目咁講，喂，我哋土地分配有問題，點解我哋全部都是俾私人發展商去賣樓？點解唔起公屋同居屋解決香港人的居住問題呢？我要搞到你，我哋關注啊！喂，大佬，我要搞到你哋身無分文。咁你哋咪日日掛住揾食咯，有工咪翻工咯，冇工咪出去執紙皮咯。咁你咪唔會坐喺呢度嘈我咯，老細。嗱，最近咧，如果啊香港個社會福利保障咁好啊，我相信呢班友即刻真係攞公門，跟住出去反政府啦。嗱，大家好簡單，大家係想香港係繼續造成一個國際嘅都會，有我哋自由同民主，我哋每年都可以出席呢個六四。繼續可以促成七一，我哋每日聽緊嘅電台都係可以抨擊政府，係有言論自由，亦或是我哋好似北韓或者好似大陸咁樣，我哋耕田咯，又好辛苦咁儲錢去買樓，買完樓之後就俾人強拆、逼遷，之後我哋繼續無家可歸，然後繼續揾份工咯。大家想要咩嘢嘅生活呢？即係我相信大家香港人或者在座各位都好清楚，我哋要求嘅。不是說我們要飛黃騰達，個個都飛黃騰達啊！我們其實很希望要的就是我們有回基本的自由和權利，基本的尊嚴啫。我們不好希望好像大陸那樣，樓炒到是不似人形，不特止重要對我們強拍強拆啊！依家香港正正就是邁向依家中國大陸的情況咁樣，我們不想啊！所以我們很希望我們爭翻的是例如我們一些言論的平台，同時我們很希望爭到的是真真正正可以有的自由民主，這個才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嘛。你真是傻了嗎？人民政府不是服務人民的，特區政府都不是服務特區市民的，哥，是不是？香港起的樓起到這麼貴，你好彩買得起的就鎖住你一世咯，是不是？政府做錯啲乜嘢，你唔敢出聲噶嘛？因為一出聲，跟住有人話俾你聽咯喎。而家香港好亂啊，香港唔和諧啦。當好亂唔和諧嘅時候咧，阿爺就唔會泵水救我哋啦，唔會泵水救我哋咧，樓價會跌㗎。樓價跌都點啊？你會變成負資產啊！你記唔記得以前負資產會點啊？跳樓㗎，燒炭㗎。但係佢唔話俾你聽。所有後遺症是因為政府施政失誤而令到你哋受緊呢啲咁高價嘅樓啦，通脹咁嚴重啦，燒炭個元兇其實原來唔係索羅斯啊，其實可能係特區政府啊！呢個講句老實，好在而家仲有燈光查到，我幾乎睇唔到嘢咁滯啦。再夜少少行，直接真係掹咗一燈嘅話咧，仲恐怖過鬼故啊！你知唔知啊？即係你香港人就係咁噶啦，大佬你冇辦法反抗嘅，係咪一齊出嚟？六四七一個個即係講句老實啦，即係汗流浃背撲到出嚟。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爭取到或者成功到嘅機會的而且確唔係一個好鼓舞性。因為點解呢？譬如國民教育，佢而家都仲係同你講緊國字，你再同佢嘈多兩鑊，佢都係話國字。跟住咧就揾翻咁嘅所謂叫做跑龍套，即係好似我哋呢個人出嚟講咧，國字咪即係撤回咯。撤回同國字有乜分別啫？跟住大翻你轉頭，係咪因為你冇讀過國民教育，所以你唔識字啊？大佬，23條都係國字嘅啫。今時今日香港人一聽見葉劉淑儀話入翻行政會議咋，我自己都震過貓王嘅大佬，唔係嘛？又要我30幾度上街，50幾萬人好逼嘅，你知唔知啊？不過當年我同阿牛啊喺軒尼斯道啊，塞咗喺度啊，企咗9個字啊，喐都冇得喐啊！即係好在阿牛咧就天生有啲小聰明，佢整咗幾個咩掃把頭咁嘅公仔咧，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就喺度養下養下，大家好開心。就跟住咧就喺軒尼斯道咧，我同阿牛咧就傻佬就可以跑步嘅。大佬呢啲嘢我哋記憶猶新嘅，但係你睇到真係應驗咗梁愛詩當年所講嘅説話，把刀而家都仲係擺喺我哋頭上邊嘅。即係我好想問下大家。
你睇下呢個地方，啲商業大廈幾咁金碧輝煌。你跟住望下右手邊嘅半山區，揦埋都兩平一尺嘅。但係你調翻轉，你睇下，就算當尋晚咁樣，好多人出席尋晚嘅集會，就已經有啲婆婆、有啲公公知道有咁多人，就推住個車仔出嚟執紙皮，出嚟執鐵罐。你諗下佢哋幾識把握機會？但係點解呢一班人喺呢個咁金碧輝煌嘅都市下邊，點解佢哋生活得咁辛苦？啊，其實即係講翻漢民思潮，即係我以我觀察啦，因為我兩次運動咧，我都係旁觀，我冇上台嘅，因為佢哋話咩政黨嘅原因啊，所以我就唔上台啦，咁我冇所謂。以我嘅觀察啦，漢民思潮有嘅係咩人參與活動咧？係年青人，係青年人。到咗 DBC 啦，年齡又唔同咯，係一啲中年人。同埋老年人，你諗下梁振英一個政府，佢上台都只不過100日多啲啫，佢可以搞到由細路哥唔夠稱嘅，去到老年人，可唔可以講粗口㗎？呢度唔得，都炒蝦擦鞋，咩嘢年齡嘅人都炒蝦擦鞋，佢唔上又唔夠100日咋？大家應該感到憤怒之下啊嘛，所以我哋唔應該將呢種咁嘅憤怒撤去，我應該繼續團結聚集一齊。我哋要揾到我哋要爭到我哋真正要嘅嘢，就係民主自由。呢啲我哋講到廿年講到口臭嘅嘢，我哋一定要爭翻翻嚟，唔可以俾佢泄氣。嗱，就咁啊！我哋其實都需要休息一。係啊，我曬到黑嘅，我要買支太陽油啊，大佬。嗱，咁我再臨尾再呼籲啦。咁啊，支持 DBC 大班何國輝訴訟基金。咁啊，寫支票就寫 KB Chow and Company。咁啊，恒生銀行2804419400001喺支票背後咧寫上撐大班何國輝訴訟基金。咁啊，入數字可以寄去咧周啟邦律師事務所，地址係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23樓。繼續撐大班，繼續撐 DBC， 繼續撐香港人。好，休息一下先。咁就我哋控制員小斌哥，好啊，俾啲嘢我哋聽一聽過渡啊。用狗派對的心去公民抗命，你收聽緊嘅係民間電台。我哋嘅社會係幾代香港人辛苦建設嘅成果，但係官商勾結、破壞公平，特首包庇地產霸權、勾結富商，不斷蠶食我哋嘅核心價值。如果我哋袖手旁觀，香港好快就會被呢啲害蟲吞噬，好快會冧。官商勾結有目共睹。個世界好亂，有好多問題，每一日都發生好多唔同嘅事，有好多天災人禍嘅發生，每日都有咁多嘅問題，究竟我哋可以點處理呢？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個個都說自己講的是真理，個個都說自己信的是真神，究竟我怎樣去選擇？不聞不問這個節目就是跟大家去剖析宗教、哲學、政治和時事的問題。我 Thomas Budd 陪你去漫遊這個世界。2003年，我哋七一上街。2010年，我哋公投表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Jeffrey、Manuel， 周五七至八，人民再出发。好，咁啊，翻返嚟現場啊，咁啊，我哋平日禮拜一咧，民間電台係咩節目嘅呢？如果頭先嗰個咧，就係呢個叫打橫嚟講啦，咁啊，招牌即係最。係咪好勁啊？呢個主持頭先嗰個啊，死人的士咯，我認住佢啊！真係，如果你有幸咧，可能坐到佢搭嗰架的士咧，可能你唔願意落車，喂，俾多一嚿水，兜多幾個圈嚟聽下你講啲正事。不過跟住呢個節目咧，啊，大家見到，誒，哇，係，其實咧點樣？可唔可以上嚟講啊？
嗱，呢度咧係 FM 102.8，而家係大氣電波嘅嚇。咁我哋係公民抗命廣播嘅，咁所以都有少法律責任要俾大家知道。所有上嚟嘅嘉賓啦，或者係群眾啦，你要喺度咧拎麥咧，嗱，按政府講嘅法例咧，就係你有可能會被控告咧，就係喺知情之下又透過呢個大氣電波咧，就係非法廣播㗎嚇。咁所以咧，你要願意負呢個責任咧，我哋都會係好開心嘅嚇。咁但係咧，就一定要講咗俾大家知先啦，好嘛？咁啊，頭先咧，佢哋好擔心嘅下一個節目嘅主持人咧，大家見到咁靚仔咁靚女咧，佢話：喂，都未試過喺正總呢度做一個講愛情嘅節目喎。如果大家會唔會走嘅咧？會唔會走㗎？有冇想聽下愛情㗎？冇啊，冇唔使做嘅喎，點樣？係，好，你想講乜嘢？好啊，我諗我哋嘅嘉賓唔介意嗬，我哋俾少時間我哋嗰位，好，俾個麥你先嚇，俾位女小姐嚇，好啊，你企喺度啦嚇，你講關於 DBC 係嘛都係，嗯，好謝。好唏噓咯，覺得，因為大班開台嗰時，我想去幫佢做兼職嘅。點解咧？就因為我覺得香港嘅電台咧，真係越做越好。咁佢又話數碼喎，係嘛？即係科技又上一層樓啦嘛。咁所以我覺得應該支持一下。咁我有啲朋友啊，有啲親戚啊，都識得佢嘅。咁但係因為我又冇經驗。咁佢嗰啲即係佢嗰啲員工，佢都即係搲到好多好資深嘅廣播人噶嘛，咁我又唔覺得自己咁有資格啦。咁但係而家聽講佢而家蝕咗咁多錢，即係好戥佢心痛咯。咁所以想今日特登嚟呢一度咧，就支持一下，希望聽到嚇。幫下大班，即係籌到啲錢，俾翻啲員工，因為我知道好多員工咧係資深嘅廣播人，就唔辭咗份工嚟幫下大班，參加佢呢個團隊嘅。咁所以咧，如果而家話冇人工收，咁佢哋都肯易播嘅話咧，咁我相信就算引唔起呢個社會大家注意啊，都唔緊要，因為香港人個質素好，質量好。喺記喺心裏邊，同埋可以出力嘅出力，可以出錢嘅出錢，同埋可以諗到咩計仔啊、咩橋啊，可以幫嘅就幫啦，嗬。咁所以咧，啊，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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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嗰陣時咧，我就寫咗成個 list 嘅，就俾阿大班嘅。但我 email 咗俾佢咧，話我有個 list 可以咧，幫佢，譬如諗下啲咩節目啊。因為嗰陣時我就覺得啲人好中意咧，就睇人哋個 True Man Show 咁樣嘅。譬如你今日翻工、放工、瞓覺，食咗啲咩嘢？咁有啲即係因為而家喺電腦上面又容易大家睇到大家啦，或者你唔想俾人哋睇到又得。咁對人哋嘅生活係有興趣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嚇、如果一分鐘俾人哋知道嚇、即係錄即係錄佢嘅聲音啊，話佢即係好似一個日記咁樣啦。咁我相信。好有呢、這個堅明，即係好有呢、這個噱頭。你都未講你點稱呼喎、我姓顧，叫顧少芳。好，咁啊你哇都好多諗頭啊！我諗頭先你講都好啱嘅，因為譬如 DBC 啊，透過大班啊，可以即係揾到好多星級嘅主持啦，好出色嘅 DJ 做好嘅節目。我諗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而家咧唔係淨係即係話希望賠償嘅。對於佢哋嚟講，或者對於你嚟講咧，都希望繼續聽到啲節目噶嘛，係嘛？最緊要佢哋繼續可以復播，有機會再做節目。甚至你啱啱講啲咁好嘅 ideas 咧，即係一啲新嘅節目嘅意念咧，如果喺未來咧 DBC 能夠復播咧，能夠放入去咧就最好啦。好啊，其實我都係幫我自己宣傳嘅，都有啲。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繼續撐落去啦。我相信即係幫佢嗰啲朋友同埋佢嘅即係員工咧，唔係真係話為啲咩嘢嘅，即係講真，麥潤壽啊嗰啲都好出名啦，我都有聽佢節目，佢嗰個小朋友嗰個節目咧，真係好好聽啊！好，即係同埋，我覺得佢係真係覺得香港可能有個數碼台喺廣播界裏面咧，真係即係會除咗更上一層樓之外咧，仲更加會覺得即係好似有提升咗嘅作用咯。好，咁啊，我哋時間嚟到呢度，我哋交翻俾下一個環節嘅主持嘅，都多謝你帶出嘅信息，好重要，繼續。
捐款支持呢個大班嘅呢個訴訟基金啦，令到 DBC 咧繼續呢場運動可以抗爭落去，令到咧有復播嘅一天。好啊，我唔想大班真係咧蝕咗錢，同埋又即係冇得再播。我希望佢可以復播，唔係淨係復播啊，即係一路播落去，一路播落去，就好似香港代表香港咁樣咯，即係開始覺得真係起鬧啦，代表香港。好多謝你。謝謝。咁咧，頭先講過啦，下一 part 咧就講愛情嘅節目，都介紹一下呢兩位美男啊、美女同埋俊男，真係有時咧都會緊張嘅，因為見到啲靚嘢啊嘛。咁啊，呢個節目咧，逢禮拜一咧，原來咧就係咁樣嘅，就叫做咩戀。戀在你左右，係戀在你左右啊！聽個名都知好浪漫、好温馨，即係冇諗過可以因為抗爭、因為支持撐 DBC、撐開放大氣電波、撐呢個言論自由咧，嚟到正總呢度現場，可以又打開收音機聽 FM 102.8啦，我哋天線動咗喺度啦嚇，咁啊又可以咧喺網台可以直接聽到啦，咁啊 Piers 嚇同埋阿 Bonnie。咁我特別要講下 Bonnie 啊，因為阿 Bonnie 咧，頭先阿牛哥叫我一定要講你啊，因為咧 Bonnie 咧由民間電台做節目主持咧，做到去商台，做到去商台咧又做翻嚟呢度民間電台喺正總呢度公民抗命都繼續翻嚟啊，真係不得了啊！所以我覺得咧，民間電台同 DBC 一樣，我哋令到咧啲節目咧係能夠多元化。喂，有好專業嘅 DJ， 有好名嘴之外咧，都好多生活化嘅嘢。我哋為咗民主咩？為咗自由咩？希望有間屋住，希望有啲工作做，希望有好嘅教育，都係希望好嘅生活。咁愛情咧，我哋生活裏面嘅即係好重要的一環啦。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嘛？我唔知道你哋即係愛情點睇啦。咁但係我哋都願意希望有呢個時間喺度，喺正中呢個咁特別嘅地方咧，聽下呢個戀在你左右嘅。咁啊，俾啲掌聲我哋。Piers 同埋 Bonnie 嘅，好多謝頭先兄弟精彩嘅簡介啦。咁其實咧，我同我呢個節目咧《戀在你左右》咧喺度嘅時候就喺諗啊，其實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有好多唔同人啦，好多唔同嘅職業。咁其實佢哋都有生活嘅喎，好似頭先的士佬啦，我訪問個的士佬，的士佬有佢嘅愛情觀啦，跟住喺唔同職業裏面，例如會計師啊、律師啊等等唔同行業裏面咧，佢哋嘅世界都好唔同。咁今日咧，其實我都冇諗過咧，我上個禮拜 prepare 呢個節目嘅時候，冇諗過今日咧，我喺政府總部度做呢、這個我哋今集嘅戀在你左右啦。咁亦正正好啱，我揾一個咧相關嘅嘉賓啦，就係阿 Bonnie 啦。咁佢由商台咧再翻翻嚟我哋今日同我哋做嘉賓啦。咁啊 ，Bonnie 你自己有咩想同觀眾唔係聽眾講下？咁我都覺得即係民間電台始終係我自己娘家啦。咁啊冇民間電台就唔會即係有往後即係好多事啊。咁我從啲民間電台其實係都唔算做主持人嘅，我係專業嘅代班主持嘅。總之咧邊個唔得閒翻工，我過嚟幫佢整下間啊咁樣。咁佢哋都唔嫌棄我，即係毫無經驗咁啊，一路都俾我做咗好長嘅一段日子啦。咁我都即係協助過 Peter 做過咗民間電台最短壽但係最高收視嘅節目啦，咁樣最高收聽嘅節目。咁其實民間電台係即係係啦，對我即係好恩重如山啊！即係我即係梗係好感動一個地方。咁同埋始終民間電台成立嘅原因都係為咗即係開放呢個大氣電波啦。咁無論開放大氣電波講嘅咩節目都好，其實個內容當然有水準啦，但係其實個題材係唔重要嘅，主要嘅就係能夠多個嘅俾聽眾有多個選擇，而唔係主流媒體即係俾你所有嘅嘢。咁我覺得就係最重要嘅事啦。咁亦都係當初點解我參加即係民間電台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咯。嗱咁啊，頭先我哋草草咁樣，我哋介紹翻我哋之前嘅背景啦。咁我其實咧今集請你做嘉賓咧，咁啊就想問你關於咧喺 DJ 世界裏面嘅愛情故事。咁嗱，其實咧首先啦，好多人都未必會知道 DJ 工作究竟會係點咧，即係好似咩林海峰啊嗰啲，究竟佢哋會翻工係點樣嘅咧？佢哋係咪就係行埋個錄音室度錄完音就走得嘅咧，定係點樣嘅？其實我都想嗰份工作其實係咁容易就可以做完嘅一份工作啦。咁啊，你唔好睇下的士佬頭先咁嘅樣，即係擘大個口，噏咗好多嘢。即係其實原來你連續去講一段咁長嘅説話咧，係唔係咁可能嘅咧？其實。其實很多人就會覺得哦，做 DJ 有幾容幾難啦、啊，你有把口，你咪行個錄音室嗰度，咪求其噏噏一個鐘頭，咁中間攝啲歌、攝啲廣告咁樣，咁你好快收工，又可以淨夠人工。其實DJ 嘅行業係我做咗都咁多年嘢以嚟最
工即係做功夫同埋個成果係最唔相稱嘅一個行業嚟嘅，就係你付出20分嘅努力，可能都係得2分係人哋睇到。同埋我哋好多時係做好多嘢，個表面上就覺得啊，即係好容易嘅，即係你噏兩句咁，其實背後做嘅功夫同埋功課嘅多咧，係大家唔能夠相信嘅。嗯。咁但係其實咧，一個 DJ 啦，即係咁其實都好多即係紅嘅，好似森美嗰啲咪紅嘅 DJ 啊，有啲冇咁紅嘅二線嘅 DJ， 其實大家的工作量係咪差好遠㗎？即係紅嗰啲係咪做多好多嘢啊？定係其實佢有成 team 人一齊幫手做嘅？其實從來廣播都唔係一個人嘅，即係一個人可以做完嘅事啦。即係當然某啲主持嘅某啲節目係真係好似一個人嘅，但係當係一啲資訊性嘅節目嘅時候，尤其是一啲政治或者一啲新聞嘅節目嘅時候，係真係需要一大隊人去到即係互相去到協助，因為我哋要做嘅資料搜集太多啦，一個人係冇辦法做得曬全部嘅資料搜集。咁當做完資料搜集嘅時候，仲要去即係點樣篩選材料啊，點樣去鋪排啊？咁唔係話淨係即係同年資同埋你紅唔紅係冇關係咯，反而係你做嗰個節目嘅內容或者方向性嘅關係比較多。譬如大家即係朝頭早有啲人可能會聽903嘅晴朗咁樣，哦咁都係林海峰讀下報紙啫。但其實佢每一朝係好早好早已經翻嚟，即係去度嗰日嘅節目係點樣做啊？或者係即係個流程係點樣啊？有啲咩要注意唔注意嘅地方啊？點樣同你嘅拍檔去到夾啊？唔係即係臨開麥嗰分鐘先做嘅嘢咯。嗯，咁頭先你講咗啦，你話喂其實咧原來咁多 preparation 嘅工作啦。平時拍攝咧，聽嗰啲做電視人就講啦，喂其實咧台上面咧一分鐘咧大概你拍一個鐘頭啦。咁你做錄音節目，即係你做大氣電波嘅廣播，其實個prepare 嘅時間同實際出嚟睇嘅時候個比例會係幾多？其實好難去即係好實在咁去計一條數，因為每一次。好，即係睇嗰個節目嘅內容，去到睇嗰個要花嘅功夫啦。咁試過可能有啲好簡單嘅嘢，真係可能幾十零廿分鐘已經做曬啦。即係可能好短嘅一段聲咁，可能幾分鐘嘅聲，十零廿分鐘已經做曬。但係有陣時係一啲好需要資料搜集好多嘅嘢，咁等嘅時間啊，或者真係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好多。咁同埋因為我以前即係同阿蘇思旺做節目嘅時候，有一啲嘅部分係需要錄音嘅，錄音嘅時候其實都好睇嗰個即係受訪者嗰個時間啦。咁如果佢係好忙嘅，咁有陣時可能等到好夜先至有錄到音，咁其實嗰啲時間都係時間嚟㗎咯。咁好難講話究竟你翻幾點放幾點，係咪話即係你3點鐘做節目，2點鐘翻去，咁5點鐘完咗節目，5點鐘走咧？可能係，但好多時都唔係咯。嗱，頭先啦，你輕輕講過關於啦電台即係。full time 一個電台的 DJ 其實工作就是咁啊，但係有冇啲咩特別嘢？你係覺得你喺個你表演嗰個工作裏面咧，有啲特別開心啦，或者特別得意嘅嘢㗎？開心或者特別得意嘅，其實每一日翻電台的工作都好開心㗎，我覺得，因為能夠去接觸好多唔同嘅新事物同埋一個新嘅挑戰，因為你每一日都唔知聽日會發生乜嘢事，你亦都每一日。其實我哋有啲嘢都好重，一時好沮喪嘅就係、是、我哋俗稱嘅日日清啦。今日做完嘅嘢，聽日咁啊啄一聲就冇咗噶啦。咁你每一日都要追即係、一日嘅嘢啦。每一日做嘅功課，咁你又未必可以留得好長時間。你唔可以好早咁預早做定一啲嘢又唔係，因為你冇咗嗰個新聞性啊，或者冇咗嗰個新鮮感。咁但係即係每一日都係追一個 deadline 嘅時候，其實好辛苦。但係都因為呢件事嘅辛苦又好，或者係點樣都好，咁我嘅轉變啊，同埋能夠可以即係去到俾你自己嘅刺激同埋滿足感係好大咯。呢樣嘢係好意料不及咯。咁另一方面即係能夠開心嘅嘢就係、當喺呢個節目嘅時候，因為我哋成日都係錄音室啦，其實即係三萬人就係嗰幾個人咁，自己同自己喺度 up 咁樣。當有可以同聽眾互動啊，或者佢出到去嘅時候，啲聽眾俾翻啲反應我哋嘅時候，嗰個係真係最大滿足感嘅時間咯。又或者有陣時可能事後有啲跟進嘅嘢打翻俾聽眾嘅時候，咁會覺得自己做緊嘅嘢唔係真係好似一陣風咁樣講完就得算啦。其實咧，我最深刻咧係商台有個郭文輝嗰個節目，嗰個節目就係每一日咧，佢就會打電話俾一啲聽眾啦，因為有主題，即係可能例如有個阿 May 就要揾老揾佢老公，就提阿老公飲湯，咁佢咧就會打電話去扮聲去嗰個去訪問阿 May 個老公，咁嗰啲嗰節目咧好有趣。其實嗰啲節目係咪要做好耐啊？定係
其實係點解可以做到好精彩喎？其實每一日如果你講其實有質素嘅錄音節目啦，即係直播節目，其實就係一路講，好似我哋而家咁一路講，咁啊做完，咁我哋真係收工噶啦，咁啊走噶啦咁樣，咁啊係準備嘅功夫啫。但係如果一個錄音嘅節目，其實中間嘅剪接嘅功夫係非常之多，同埋都好考技巧。咁呢個都係即係當初我去商台做嘢嘅時候，要好急切去學嘅一個部分咯。咁你係唔能夠想像一個15分鐘嘅聲帶，大概要剪4個鐘頭到咧？剪就4個鐘頭。剪接咧，即係你要完成一段聲帶，其實係4至5個鐘頭嘅功夫啦。因為其實做15分鐘嘅聲帶，一定係6至15分鐘嘅嘢。咁然之後，將剪接嘅功夫真係太多，同埋可以講嘅技巧可以好多咯，即係可以好粗糙咁嘅樣黐埋又得。但如果你好講技巧咁樣去做一件事，亦都即係好深奧嘅一件事嚟嘅，其實都係。嗱嗰時咧，你喺商台工作啦，咁我 keep 住揾你啦。咁你嗰段時間咧係好忙嘅喎，即係有時咧我下晝打俾你啦，你講兩句，跟住你就入錄音室啦嘛。到夜晚嘅時候咧，你預備時間又好長。咁我又陪你去過商台啦，見到其實個 office 裏邊咧又冷清清喎。其實啲同事去邊度做嘢咧，又有啲人要好夜咁夜晚，我例如報新聞嘅咁，其實喺個電台裏邊，其實唔同同事嘅運作係點樣㗎？其實喺一個24小時廣播電台入邊，係好睇，即係真係唔同時間會有唔同嘅風景嘅，可以咁樣講。譬如早上咁，可能好多新聞性嘅嘢要去做嘅時候，或者係黃昏嘅新聞嘅節目嘅同事，就會有佢哋忙嘅時段嘅。咁其實係好其實同輪班工作冇乜分別嘅。朝頭早嘅同事忙完，咁可能你夜啲嘅時候會見唔到佢哋，咁但係下晝嘅同事就開始喺下晝先翻嚟。咁當然夜晚嘅節目就會比較人手上比較少，咁所以電台你話叫冷清清嘅夜晚啦，但係其實日頭即係其實係走上走落咯，不停咁樣見到啲同事都係，自己都係啦，咁啊來來去去咁樣上上落落，咁其實都係一個好熱鬧嘅地方嚟嘅，咁亦都開心嘅。即係雖然我係做即係一台嘅節目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同二台同事即係有時走廊見到啊，都會嗨下，咁但係冇乜機會合作先至係。咁其實會唔會日班嘅識唔到夜班嘅同事噶？會比較少見到㗎，其實日班嘅同事同夜班同事真係好冇乜機會見㗎，可以。因為我接觸啦，除咗你之外，其他啲媒體做媒體嘅人咧，永遠都係嗱有份工，例如喺商台或者 TV 做完之後咧，就出去接 job 㗎喎。咁其實你哋做 DJ 嘅，其實我未見過你個樣，咁點解要請你做即係可能 host 個 event 啊，做 MC 啊？咁其實你哋係點樣去運作呢件事嘅？即係你點樣可以揾到呢啲 job 翻嚟㗎？其實好多時係因為我哋工作嘅機會啦，可以認識咗好多身邊唔同階級層面嘅人啦。可能係因為訪問過某一啲人啊，或者係喺某一啲嘅佢哋所謂做宣傳嘅時候認識咗啲人，咁佢哋覺得你都用聲嚟去做一啲嘅節目啊，或者用聲嚟去做一啲嘅工作嘅時候，咁可唔可以用你嘅聲喺其他地方去發展咧？咁樣。咁啊最多都係做一啲嘅即係主持嘅節目啦，即係俗稱嘅 MC 節目啦。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好多嘅，其實佢哋都會自己做翻自己有興趣嘅一啲嘅範疇嘅嘢，有人可能係去影相啊，或者係拍片啊咁樣。咁啊比較其實主要嚟講，大家會比較揾得多嘅，始終都係一啲比較出名嘅人啦。咁其實冇出過樣嘅人可以接呢啲外來嘢嘅機會又會比較少一啲，亦都睇即係你自己個人嘅時間上可唔可以去就到啦。因為其實電台工作其實係比想象中繁忙好多。OK， 喂，咁你哋嗱喺你哋頭先啦，我覺得咧做電台係一件好特別嘅事，即係嗱，你話有名氣咧係有嘅，因為你都係喺娛樂圈裏邊工作緊啊嘛。但係咧，人哋又唔會認得你個樣嘅喎，就永遠咧只係咧你望聽到你把聲先知你係邊一個。哦，咁調翻轉啦，其實嗱，啲好似花旦小生 TVB 一線劇集嘅，咁啊自然會有啲老闆嚟揾佢啦，即係特別投緣啦，大家都知佢係邊一個，喂林峰哇咁靚仔咁啊，有好多人即係好多追求者啊或者等等嘅話，咁電台裏邊會唔會有呢啲嘢啊？其實啊，好中意呢把聲啊，跟住收好多禮物啊，會唔會啊？呢啲通常寄信上嚟鬧嘅人會比較多啲嘅，我自己有發覺，即係寄信上嚟讚啊，或者係寄信上嚟傾慕嘅人比較少啲啦。咁除非係即係一啲即係比較出名嘅 DJ 啦，咁但係。
如咁樣，我問下你 ，Piers， 你自己都係一個出聲唔係好經常出樣嘅主持，咁你自己覺得咧？你自己覺得會唔會其實做完嘅嘢會唔會係即係做完就冇咗啊？或者係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唉，都唔知有冇人聽啊？呢件事做落去其實有咩意思啊？我又點講咧？好難去嗱，你知民間電台好難去 quantify 有幾多個聽眾咁啊？調翻轉我就係覺得，我做完個節目，假如我係好努力去做，而我感覺係好舒服嘅話咧，我就繼續做落去咯。因為我根本就唔知道有幾多人聽，因為有喺大氣電波廣播啊嘛。咁反而我就唔係好諗佢點樣做，即係點樣 please 啲聽眾。因為我成日聽過咧有個啊，我同的士佬傾噶，的士佬同我講啦，哇，其實咧你做一個節目點為之好呢，就係、是、其實你將你最好嘅擺出嚟，咁自然會吸引到聽眾，咁嗰樣嘢亦係你長持久做落去嘅。咁調翻轉我就係、是，假如啊民間電台繼續有一日我話，哎 ，Piers， 哎呀你真係做得太唔好啦，我踢走你啦，咁啊冇計啦。如果唔係嘅話，我都會繼續去做，繼續去諗啲新嘢去做落去咯。咁都冇乜太大諗。有咩咁嘅諗法喎？對呢件事，其實電台工作或者係其實好多創作嘅行業都係即係自己去對自己推進同埋自己對自己嘅要求，即係永遠都係想將自己最好能夠做到最好嘅就即係交俾大家。而其實亦都好多樣嘢啦，即係冇最好嘅，只有更好嘅。譬如我記得好當初即係同你一齊做節目嘅時候，我哋花喺檢討嘅時間同花喺準備嘅時間係。一定比而家多好多。我哋可能做一個鐘頭嘅節目，我哋大概起碼準備三四個鐘頭，然之後我哋聽 playback 又聽兩三個鐘頭咁樣。即係一集節目其實個 preparation time 嘅準備嘅時間，同我哋真係做節目嘅時間係唔成正比㗎，根本。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為咗令到我哋節目嘅質素可以更加好，為咗我哋嘅聽眾，可能即係佢哋想聽啲乜嘢，咁我哋都盡量去努力去做呢樣嘢。咁呢個就係做電台嘅堅持咯。係啊，咁啊調翻轉啦，唔同我同 Bonnie 最唔同嘅地方 ，Bonnie 之前做過全職嘅 DJ 啦，咁我一直都係做一啲義工性質嘅 DJ。咁我覺得其實冇人民間電台唔會有人去 QC 你嘅節目做成點嘅，亦唔會有人話你喂點解你今集做得唔夠精彩，冇人會話你嘅。但係假如你做得，你運用咗你的電器大電波裏面。嘅呢個時間嘅話咧，我哋就應該將自己最好擺出嚟咯，直至到因為其實大家可以扭開，或者大家撳去我哋個民間電台網頁嚟講，咁其實我都覺得係一份尊重嚟，即係佢撳入去我節目，跟住留個 comment 俾我，咁我係覺得好開心嘅。咁我想問翻我哋嘅主題啦，咁我問啦，咁其實 DJ 嘅愛情世界裏邊會唔會有啲特別嘅 preference， 或者特別唔中意某啲行業嘅人？會有啲咩？即係好似律師就成日都話唔中意警察啊，即係等等好多呢啲嘢喎。咁但係你哋做 DJ 嘅話咧，裏邊會唔會有啲特別嘅 preference 喺愛情上邊？第一件事作為一個即係電台嘅工作者，你同佢做朋友啊，唔好話做伴侶，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佢嘅工作時間係可以好彈性嘅。尤其是我大部分嘅同事嘅工作時間都好長，咁。做新聞的同事就有突發的嘢就閃咗佢啦，就即係可能食下飯就唔見咗人啦。就算我呢啲做唔突發嘅節目嘅同事，因為即係嗰個預備時間係冇辦法去掌握嘅情況之下，係我冇辦法即係話俾你聽，我譬如我約咗阿 Piers 今日食飯咁樣，我唔能夠100% 肯定我到得到，我會盡量，我盡曬力，但如果有啲咩特別嘅嘢，我真係嚟唔到就嚟唔到。咁呢一樣嘢係令人好討厭嘅一件事，但亦都係自己某程度上嘅束縛。同埋都睇你嗰個節目嘅時段啦，譬如我以前都做過一段短時間夜晚嘅節目，我係冇辦法同人食飯，因為食飯就唔使做節目噶啦。係啦，咁同埋就係、是，難得啊，有啲同學喺外國翻嚟啊，不如見下面啦，食下飯啦咁樣。你食到最高興嗰個位咧，你要走啦。咁呢樣嘢都幾討厭。咁啊，作為即係身邊人需要好體諒嘅一件事。點知我哋最討厭嘅人啊？因為我哋始終一個用聲嘅同行業啦，同埋做好多時做錄音嘅行業咧，我最怕啲人咧講嘢咧係不停咁兜圈、兜圈、兜圈、兜圈，但唔到主題。我哋好在乎人哋講説話嘅內容，同埋佢有冇 point 咯。
如果你係即係好似我哋政府咁樣啦，即係不停咁同大家兜圈啊、兜圈啊、兜圈又再兜圈嘅咧，咁我哋就真係好討厭你，因為唔一定係話政治立場嘅問題嘅。你講極都冇內容嘅，你其實你講緊啲咩？唔好嘥大家的時間。我哋對於時間係即係好重視嘅一件事咯，因為兩分鐘就係兩分鐘，兩分零一秒我係冇辦法俾到你噶啦。咁你唔好喺兩分鐘之內，你要講曬你最精最準嘅嘢咯。咁呢個係我哋做電台會好重視嘅一樣嘢。咁變相其實即係下下都要字字珠玑嘅喎，即係講多少少咁你又唔中意咁。你哋 DJ 嗱，你 observe 啊，咁即係身邊嘅同事啦，咁其實佢哋會唔會話特定某啲職業嘅佢哋嘅伴侶啊，啲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特定係某一類嘅人有冇㗎？特定某一類嘅人就未必有，但係一定係即係啲轉數快同埋好醒目嘅人咯。咁呢個就肯定嘅，但係其實做電台啦，即係我哋電台舊電台嘅時候，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大家有一個嘅觀察就係咧。如果你是拍緊拖入嚟做的話，你就一定會散拖，那段戀情是維持不住不長。點解嘅？因為真係你嗰個工作時間同埋心態嘅轉變實在太大，同做其他工作，因為你由好定時定候翻工放工變成好唔定時定候翻工放工啊。咁同埋你諗嘅個思維模式又同以前會有好大嘅衝擊，因為你舊嗰套人哋會不停咁問你點解你要咁樣諗，點解你要咁樣做，咁你會改變得好多，咁所以。通常呢如果你拍緊拖入嚟你嗰段嘅戀情係冇辦法去到保持落去嘅。即係男女都一起做電台啊？定係唔係嘅？淨係一個？通常就好少啊！喺我認識嘅圈子就冇咯。咦？吉點？哦，冇有啫，嚇死嚇死。OK。係啦，咁我哋要加油啲啦，既然佢哋冇有。係啊，我哋要加油係咪啊？佢哋冇有。繼續咁呢個就係可能做電台比較特別嘅一個部分咯，就係、是我哋係咯都好重視，即其實我哋已經冇辦法去容忍到即係俾自己蠢太多嘅人咯。我即係一定要轉數快先啊！係啊。OK， 咁但係點解你哋個時間咧咁唔同嘅？咁你見到裏邊喺電台裏邊戀即係愛情生活最完美嗰個人，其實嗰個人係點樣去維係佢嘅關係？其實做電台係同做其他工作唔同嘅地方，就係你要用力好多喺好多事情上面。譬如咁我身邊最資深嘅同事咧，當時阿馮之峰啦，咁佢都結咗婚啦。我發覺佢係翻嚟做嘢，以後咪好忙好忙，忙咗好段好長好長好長嘅時間。然之後中間，因為嗰時我坐喺佢隔離，就會聽到佢講：啊，老婆不如我睇下可唔可以晏啲同到你食晚飯啦咁樣。佢就做嗰段嘢，佢話：我趕得切啦，咁我過嚟同你食飯啦。或者係趕住過嚟問食飯，而係就係不斷咁喺工作中間攝好多唔同嘅時間去俾身邊嘅人。咁呢個係我哋做電台盡量去做嘢。咁所以其實我哋做每一樣嘢都比其他人辛苦好多嘅。我哋係冇一個時間係即係收工係有時間，但係可能真係要做好多嘅方法去點樣轉變啊，去點樣去到好啲咁樣運用啲時間。可能中間真係攝時間去攝一啲好重要嘅人喺我哋時間入邊咯。咁其實你頭先講啦，就話咧，大家啲時間好難就，即係你要維係，即係做電台嘅話，你要維係一段關係嘅話，你要付出好多好多，或者你要好上心嘅喎。咁但係咁唔係個個都做到嘅喎。坦白講，你工作咁忙，咁你放工嘅時候都唔想諗嘢㗎啦。咁嗰啲人通常結果就係咩咧？咁啊散啦，咁啊或者拍散拖啦咁樣嘅。同埋其實做電台有陣時係好表裏不一嘅一件事嚟嘅，就係好得意嘅做電台嘅人，即係好幾個主持人都曾經講過，就係我哋好中意講嘢，但係我哋翻工嗰時講曬啲嘢，跟住收工我哋就冇嘢講咯。或者係收工唔中意講嘢㗎啦，可能係其實係。你可能會覺得哇，你好搞笑啊！你好多嘢講啊，你好串啊，你好中意鬧人啊咁樣。你喺電台睇到嘅嘢，你可能真係一閂埋門出翻嚟嘅時候，原來嗰個人原來唔係咁樣。咁你要明白到係我哋做演出喺幕前嘅時候係一個份工作，但係當你收個工嘅時候，極有可能係一個完全同你想象中唔同嘅。咁所以如果你去講話哇，你從一個人。嘅認識只係因為佢喺幕前，佢係一個點樣嘅人，然之後你對佢產生興趣，你未必幕後即係當佢收工之後想同佢繼續發展。因為完全係兩回事嚟。OK， 咁有冇啲咩特別啲嘅故仔可以分享啊？即係嗰啲愛情故事喺
個工作間裏面有啲咩特別嘅故事？呢、這個真係有少少難嘅，因為其實可能分享翻我自己一啲嘅嘢啦，咁啊，因為我自己係有一個嘅愛情嘅真人 show 咁去即係做起啦咁樣，咁好多人通常就包括同事都會就係問我，喂隔一排就會就係問我，喂 Bonnie 你拍拖未啊？嗯，跟住我答案就係其實好現實嘅，咁我同佢講，你翻工咁耐個兩個鐘，你都見到我，而家夜晚八九點，你都仲見到我，你覺得我邊度有時間拍拖呢？又邊度有時間出去識人呢？咁做電台其實有陣時都幾慘嘅，就係、是你好，你係識好多人，但又冇乜機，可能會冇乜機會同人深交，因為你真係好需要去花時間同埋心機落去一段關係度去到維持。咁尤其是身邊嘅人都需要極大嘅體諒咁樣。咁我見到我身邊嘅同事拍拖都係咁樣嘅，咁啊盡量佢哋好趕啦，即係如果有拍緊拖嘅就好趕啦，盡量抽時間會多啲見啦，咁所以如果住得近係有著數啲啦。咁如果係冇拖拍嘅同事就會都好想拍拖嘅，但係真係比較難去揾咯。咁而佢哋真係揾到，通常揾到可能係舊同事啊，或者一啲即係已相識嘅圈子入面去揾一啲嘅戀情咯，咁就。你話辦公室入面有冇愛情啊？我就因為其實喺電台嘅辦公室係一個好安靜嘅地方嚟，因為個個都係戴住耳塞埋頭苦幹咁樣，係即係我哋係職業性失聰，真係喺辦公室你無論嗌邊個都冇人應你，因為個個戴住 headphone 係冇人聽到你講嘢，咁即係你係真係要嗌或者叫啊拍啊咁樣先至會應到你。咁其實係咯，一個咁廣播的地方其實係咁靜，咁亦都冇乜特別的愛情或者特別的趣事會發生，咁咪都幾 sad 嘅一件事嚟嘅。哦，咁反而你做咗即係商台之後，更加令到你的圈子收窄咗，你更加少識咗朋友。會識咗啲唔同的人咯，譬如即係之前會因為有很多唔同的事，會真係認識咗很多奇怪的人，但係主要大家的關係都唔係話深交到去做，即可能會做到朋友，但會唔會深交到去做到呢個情侶呢？咁又會比較難一啲咯。OK， 好咁嗱，我去過即係我去商台啦，咁我見過啦。頭先你形容嘅情況咧，就係一個個 partition， 咁咧個嗰道牆咧，哦。就唔好高嘅啫，咁啊就你企起身咧就到半你嘅人嘅一半度啦，咁啊大家坐低咧，有啲而且嗰部電腦，跟住之後大家咧就喺度聽住耳塞咁喺度聽，即係喺度做緊錄音嘅工作。咁其實個環境裏邊咧，其實都冇乜時間大家交流噶啦。咁我咁調翻轉我就想問啦，啊咁其實假如我係一個普通嘅人，咁我身邊嘅聽眾啦，而家聽緊啦，就問：咦，假如 Bonnie 啊，我而家想追一個 DJ 喎，我想識一個 DJ， 咁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我哋嘅工作真係好似一陣風咁樣啦，即係講完，譬如我哋今日做咗呢個節目，咁講完咁啊完咗，咁我哋就乜嘢都冇啦，冇整噶啦。咁所以我對於我哋嘅肯定係一樣令我哋好窩心嘅一件事嚟，就係、是、啊、哦、我真係有聽你嘅節目喎，覺得你做到點樣啊，或者係你剛才同我分享嘅嘢我記得喎。呢樣嘢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哋其實係有啲叫做咩咧？肯定症缺乏嘅，缺乏肯定症嘅，有時能夠俾多啲肯定，咁係對於我哋即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啦。咁亦都另一方面，亦都即係去到留意。當然我哋每一個人會喺個節目度有自己嘅風格，其實都係我哋性格嘅一部分。但係都要明白我哋真實嘅真人出到嚟，同埋係咪喺電台咁風騷啊，咁多嘢講啊，咁好笑啊，咁幽默感咧，幽默感係應該有嘅。但係其他嗰啲嘢要有啲心理嘅調整嘅，我覺得無論點樣都好。咁另一樣嘢就係你可能去到關心到最緊要啦，我哋即係揾食嘅都係靠把聲啦，咩都假嘅。咁如果你可以做一啲嘢去到即係尊良啦，點樣去保護喉嚨啦，或者係可能煲啲適時嘅湯水啊，咁都係一個追 DJ 嘅好方法嚟，我覺得。咁但係幾時都係啦，最緊要嘅就係我哋需要比普通人多好多嘅體諒咯，尤其是喺時間分配上面。哇！咁頭先你咁講啦，就話有好多人欣賞。咁假如係咁送，即係啲人咧就係咁送花啊，或者係咁寫信俾 DJ， 咁啲 DJ 其實會唔會睇㗎？其實寫信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哋每一次喺電台上面收到任何嘅信件或者禮物，我哋其實都係好窩心，同埋即係有同事係即係感，即係嗰種嘅感動係
好難相信，喂，真係冇辦法去到我哋做過嘅嘢，其實某即係當有錄音可以聽翻，但其實好坦白講，有幾多嘢人會聽翻啲嘢？咁同埋即係以現今嘅科技去做搜尋嘅工作，其實只有一啲即係書面嘅嘢，或者一啲即係能夠有實質記錄嘅嘢，咁可以揾得到。譬如我可能寫篇文，可能過去咗兩年，因為某一個嘅原因，都可能俾人抄翻出嚟會用翻。但係當你做聲音嘅工作嘅時候，即係呢啲嘢冇咗就係冇咗。咁所以我哋需要更加多嘅肯定，同埋即係想要更加多嘅肯定咯。咁每一次寄信上嚟，其實都好㗎，因為同我哋做咗筆友啊，有機會，我哋其實都好中意收信，同埋好中意回信。嗯，好咯，因為成日啲人都係講話啊，演員嗰啲肯定收到好多禮物㗎啦，即係嗰啲明星嘅就會有個 fans club 啦。但係 DJ 從來你都唔會聽到㗎，你唔會話突然間 DJ 有個 fans club， 乜你除咗森美啊、小儀啊嗰啲級數之外，其他嗰啲其實默默地喺個電台做咗好多嘢，但係其實就可能就算把聲好熟悉啊，例如有啲廣播劇啊、聲音廣播劇，即係我屋企咧就由細到大都聽十八老師做嘅，咁我唔會知道邊一個係鬍鬚仔，亦唔會知邊一個係周老闆咁，但係咧佢哋把聲咧就好吸引。咁調翻轉，其實佢都係日常生活裏面講，佢都未必會好容易俾人發現到。就算佢唔出聲，可能佢喺做媒體界做咗好多年，喺電台做好多年，但係身邊就算喺身邊行過，你都未必會知道佢邊一個係佢嚟。因為今天在這裡在正總的安排，我們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會提早完成的。剛才很開心請 Bonnie 重新回來民間電台做節目，做嘉賓的主持。我們又想說就說，其實我們今天在這裡做節目，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民間電台一直都會被到又話被人檢控啊等等嘅話，其實呢個空間我哋可以發言咧，其實就係講一啲leisure 嘅嘢啊，或者完全同政治冇關嘅嘢，呢個空間咧其實已經好難得。咁其實我哋兩個咧都好珍惜呢個機會啦。咁好多謝民間電台，好多謝阿牛啦，咁可以俾到你空間我哋去發表我哋嘅聲音。咁我哋。最重要的都是多謝即係我哋現場的聽眾的支持啦，因為咁難得喺呢一個星期一的晚上啊，又咁熱，即係都唔係太熱，少少熱的情況之下，大家都可以即係留守喺呢個地方，為咗香港的呢一個嘅言論自由去到表態。咁我覺得即係應該係俾翻一個掌聲大家嘅，其實。咁啊，當然都即係多謝收音機旁邊或者係喺網路上面去聽我哋節目的朋友啦。咁對於呢個言論自由的爭取，咁係都即係。我個人亦都係覺得非常之重要啦。好，咁啊 ，thank you， 再次多謝我哋呢個亂在你左右啊！真係嗱，禮拜一我哋喺民間電台有啲節目可以重温噶嘛，冇錯，過往嗰啲可以重温嚇。咁咧今晚咧就係我哋要十點鐘啦，就直到係十點啦。頭先我哋講廣播咧，知唔知我哋 cover 到幾耐？原來呢度一支天線咧，頭先即係有報紙嘅記者問我哋 cover 幾遠咧？我仲以為啊嚇，好似我哋喺旺角行人專用區咁樣，就係附近幾條街嘅啫。原來頭先我哋咧透過網上嘅朋友喺度聽緊啊，即係收音機咧已經去到大角咀啦、觀塘啦都收到喎。平時我哋喺柴灣同天線咧，最多都係將軍澳啊，或者係咩啊？條頸嶺咧先收到啊！咁今日喺呢條動天線咧，原來咧即係半山啦、大角咀啦、觀塘啦都收到啊！咁其實網上我哋都睇住有人係聽緊㗎，即係同埋即係見到啊，元朗同埋天水圍啦。當然我哋有兩條天線，而家三條天線啦，三區啦咁樣。咁啊，多謝曬你哋先。咁啊，下禮拜繼續聽你嘅節目嚇。多謝。咁啊，今日呢度十點前，咁我哋咧都不忘咧都講下啦，因為呢個咧就係延續咧撐 DBC 嘅運動嚇。民間電台同埋 Our TV 咧會一連七日啦。Our TV 咧就係五點鐘到七點鐘嘅時間，咁啊做佢哋嘅節目啊，網上直播。咁咧民間電台咧亦都係七點咧到十點喺呢度咧，亦會做翻我哋嘅節目啦。咁當然我哋歡迎咧有唔同嘅嘉賓啦、名嘴啦、甚至議員啦，或者唔同嘅人都可以加入咧。同我哋聯絡咧，就可以歡迎你嚟緊嗰幾日同我哋一齊去做節目㗎啦。咁啊，但係咧亦都要強調咧一樣咧，就因為咧呢個係公民抗命嘅運動嚟嘅。咁一來咧就要係撐 DBC 嘅復播啦，亦都係咧要爭取開放大氣電波，捍衞呢個言論自由。咁所以咧，我哋都係要
講咗呢個法律站俾所有會參與、會上台、會攞麥嘅朋友知道嘅。咁啊，而家咧唔覺咧就已經係晚上咧，差唔多10點鐘啦。咁大家知道咧，有三位嘅絕食嘅人士咧，就係、是、劉南光咧，已經係絕食咧超過咧係48個鐘噶啦。我哋俾掌聲啊！好。休息緊，咁啊牛哥咧都接近啦，因為昨晚11點開始，咁啊而家10點鐘都嚟緊啦，都超過22個鐘噶啦，啊咁仲有咧，我哋頭先節目一開始7點鐘嘅時候，Fan Ling 啊，咁啊佢就即係差唔多3個鐘啦嚟緊啊，咁啊佢會繼續希望咧能夠咧有唔同嘅人嘅參與，咁亦都喺度咧報告俾大家知咧，我哋咧聯絡到咧已經係有數個嘅網上電台嚇，咁啊透過佢哋咧嘅回覆咧就係會嚟緊啊，佢哋都積極咧會諗緊聽日啦、後日咧陸續加入我哋呢個易播同埋呢個接棒嘅行列㗎，咁務求咧將呢個信息無論主流嘅媒體唔報我哋都好啦，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喺網上啦，甚至係海外嘅朋友咧都能夠睇到同埋聽到我哋呢度現場繼續咧死唔斷氣咁樣撐住同埋撐住嘅啊，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其實咧即係。我自己都有啲即係感受㗎，其實今晚喺度做呢個司儀，因為咧我參與民主運動啊，參與社會運動咧，我諗同好多朋友一樣咧，都係咧就係2003年咧七一嘅時候咧開始，咁所以咧就。唔經唔覺咧，都見過好多好大場面嘅運動，亦都見過人丁好少嘅啊，即係四五行動嗰啲又去過，幾十萬嘅人又去過。咁但係咧，我覺得咧一個理念、一個堅持咧係好重要嘅。我哋唔係做俾人哋睇，都係同自己咧能夠對得起自己。當我哋話我哋要撐一樣嘅時候，究竟我哋有幾撐咧咁？咁啊，講到最尾咧，我諗言論自由又好啦，我哋呢個廣播嘅自由啦，新聞嘅自由咧，其實都係一個需要我哋有一個民主嘅政府、民主嘅普選產生出嚟咧嘅立法會同埋即係行政首長咧，先能夠咧令到理順到咧香港而家所謂好混亂啊，好多社會問題嘅情況。一日咧，我哋嘅特首咧仍然係小圈子選舉產生。一日我哋嘅立法會咧，仍然係有功能組別要分組投票咧，永遠我哋都冇辦法咧，能夠咧將我哋嘅民意咧係帶到入議會，令到影響到政府嘅施政，然後咧係可以配合翻有一個好好嘅社會。所以咧，我都希望大家能夠堅持落去。咁咧，因為我哋相信咧，民主咧係要戰勝歸來嘅。送幾句歌俾大家。Ken 仔除了在很多遊行大會入面唱歌之外咧，即係我諗今晚大家都可以欣賞下佢啲歌聲。好，民主會戰勝歸來，民主會戰勝歸來，白髮斑斑情義深似海。若世上仍殘存著愛，一刻霸佔的青苔，普天蓋蓋不住世代。民主會戰勝歸來，民主會戰勝歸來，後有巨浪承接這變改。若世上仍能存著愛，即使軟禁斗室內，我自由與天地同在，我自由與生命同在。聽呢啲咁嘅民主歌曲，喺內地嘅好多民運人士就係因為真係寫一個08憲章，寫一封信啊，寫一篇文章嚟到去討論國家嘅政事咧，就會俾人。即係關進呢個六路裏面，我哋知道有好多嘅民主嘅人士，亦都好多人咧絕食，或者因為呢啲咁嘅鬥爭咧，係會犧牲性命嘅。咁但係咧，民主真係唔會從天而降跌落嚟啦，係嘛？我哋自由咧都應該，即係呢個花其實咧都係要唔知幾時嚟到中國華人嘅土地裏面，但係我哋都會堅持，因為我哋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努力，正如我們見到美國，見到很多歐美的國家有民主的體驗，見到南非他們可以都選自己總統的時候，我們都相信我們始終都能夠可以看到這一天的，還有我們在中間能夠堅持的努力，能夠這種精神可以傳下去。那我看這個時候呢，
希望都能夠送一隻我哋平時咧好熟悉喺維園嘅時候咧集會咧好經常會唱嘅歌。咁啊，大家嚟講下發生咩事啊？唔係咁啊，除咗阿 Ken 仔繼續會一陣為我哋唱歌之外咧，咁其實阿金英咧就有啲嘢想同大家講下嘅。嗱，因為我哋整個嘅講接力廣播咧，就會一年一個星期咁七日啦。咁啊，其實我有啲唔同嚟自唔同地方、唔同電台、網台嘅朋友咧，都陸續去報名去參與我哋民間電台呢次嘅接力嘅二播。咁啊，我哋率先咁啊，應承咗嘅有阿周博賢先生啊，咁啊，係歡迎佢上台先。咁啊，我哋首台歌咧都係周博賢幫我哋寫嘅，叫做《令命而死》。佢應該係 DBC 嘅主持之一啦，好重要呢、這個嚇，呢、這個意義就係帶到落去啊嘛，係嘛？咁啊，不如由阿周博賢講下，你會由幾時開始接力啊？咁係啦，即係我哋作為我同我另外一個拍檔叫做探長，咁咧就喺 DBC 嗰度咧，過去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咧，都有一個節目就叫怒漢推歌嘅，咁就即係推音樂嘅，就星期六晚。係啦，咁就推音樂同埋呢一個即係論證即係清談時事咁樣。咁咧，我哋就決定咧會接力，即係以一個 DBC 嘅前節目主持嘅身份，繼續接力做呢一個叫怒漢推歌嘅節目。就喺今個星期六夜晚七點至十點，今個星期六夜晚七點到十點，就喺翻正總呢一度啦，民間電台通過民間電台嘅頻道咧去發放出去嘅。周慕賢，係，我想問探長查唔查出？DBC 嘅死因啊，唔使查啦，係嘛？死因又喺度搞 get 啊！你真係要乖乖地啊，牛哥，我話俾你知，你要休息嘅，你唔可以成日都係咁樣，好嘛？我哋多謝周博賢啊，禮拜六啊，我哋亦都聯絡咗好多咧音樂嘅分子啊，即係佢哋有好多咧識打 band 啊嗰啲咧會嚟，我哋會將咧柴灣咧喺文台嗰啲啊唔知啊啲鼓啊剩啊，我哋會搬嚟呢度，希望咧嚟緊咧幾晚咧更加多精彩嘅節目俾大家。咁啱啱想話要送只歌。啊！咁我哋唱下呢個《自由花》啦，好嘛？咁識唱一齊唱下，嗌幾個口號先，真係今日未嗌過口號，可能慣咗做節目嚇。哇！反對滅聲，反對滅聲，還聲於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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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 DBC 復播，撐 DBC 復播，撐言論自由，撐言論自由。開放大氣電波啊，大佬！係，同埋開放大氣電波，開放大氣電波。深处始终有记忆，那年那情，曾经痛惜，年月泪雨转化为力，一点真理，一个理想，永远地寻觅。流游长长，继续前行，不懂去惊怕，荆荆棘棘，通通斩去，不必偷看它。浮浮沉沉，昨日人群，虽不说一话。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易假。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始终会变真，某年某夕，如此信息传来，你跟我全力，加一把劲，将这理想继续再寻觅，悠悠长长，继续前行，不懂去惊怕，荆荆棘棘，统统斩去，不必多看它，浮浮沉沉，昨日人群，虽不说一话。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易假。但有一个梦不会
死記着吧，無論遇什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來自你我的心記着吧。每次聽首歌的時候呢，可能會即係整個衝動到我哋心入邊嘅情緒。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來自你我的心記著吧。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但有一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遇什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就緊啲傳媒啊，或者啲 fans 傾緊偈啦。咁稍後咧，我哋會希望邀請大班上嚟講幾句，睇下大家可唔可以聽下佢嘅對 TBC 嘅睇法啦。係，仲有鄭家富同埋陳景輝都喺度㗎。咁我哋邀請埋我哋另外嘅節目主持人，我哋都要送一送頭先話齋周博賢寫俾我哋嘅歌。其實呢隻歌咧，唔單止寫俾民間電台，其實係寫俾香港嘅，寫俾係我哋呢個要言論自由啦，要廣播自由。嘅呢種我哋維護呢種空間嘅歌，所以要留意嘅歌詞啊，同埋要講下啦，即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就係呢首歌嘅精髓。嚟，為何你用大氣發聲有出花率變壓制工具？人人有言論自由，不可壓碎，空間要開放擲高。不惧不畏，公民抗命，拒绝去沉默求存活甘等拼，纵一死场不会暂停。希望经过呢七日之后咧，大家都识唱呢只歌，慢慢慢慢就会学到啦，好容易噶。为何你用大气发声有？制造怨气与恐惧，人人有言论自由，不可压碎，空间要开放择高除，不惧不畏，公民抗命，拒绝去沉默求存活甘拼，纵一死场风不会暂停。DC 盡快可以復播，不需要被這個無良政府滅聲。沒錯，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已經移播了七年，不是七日，我們是七年。沒錯，所以我們繼續撐下去，撐 DBC， 撐開放大氣電波。好，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位就是我們星期二星期五打橫離港的節目，聽晚會聽到你做主節目的。我希望有更多嘉賓上來，就不用我了。啊，唔係咁講啊！你去訪問嗰啲現場嘉賓啊！當然，我當然希望即係，譬如一間大班得閒都可以上一上嚟咁。唔係，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我哋嘅節目嘅。係啦，咁聽聞咧就有其他網台咧係想加入嘅，咁希望盡快聯絡我哋啦，大家。係啦，我哋咁啊，例如五點到七點啦，咁就係 Our TV， 咁就加入咗我哋噶啦。咁啊，如果將有更多網台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啲改動嘅，咁歡迎大家一齊加入噶。好，咁啊，再次提大家嚇，喺網上嘅朋友咧，就係都繼續歡迎你咧，係可以透過咧具體嘅行動咧，係支持咧 DBS
呢、这個即係支援咧訴訟嘅基金嚇，好光嘅位。咁咧就可以捐款咧去到咧恒生銀行嘅呢個係啊 DBS 大班何國輝訴訟基金 DBC 係 DBC 嘅訴訟基金。你太夜啦，你撐咗幾日之後發神嘅。DBC 大班何國輝訴訟基金係啦，恒生銀行嘅户口號碼咧係2804419400001嘅，咁啊歡迎你咧將捐款捐入去之後咧，入數字可以寄翻去咧周啟邦律師嘅事務所啦，就喺中環嘅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23樓。咁啊，現場嘅籌款箱咧亦都係啦，我哋有籌款箱喺度嘅。咁希望之後我哋每一晚呢一個星期7點或者你可以早啲到咧，5點就更加好啦。7點我哋就民間電台直播，5點開始有集會嘅。係啦，同埋咧歡迎大家，即係我覺得咧。靠自己啊！真係唔好話靠政府啊！而家連傳媒可能都已經靠唔住，因為點解啊？中聯辦一吹雞咧，傳媒都要歸邊跪低啊嘛！咁所以如果冇傳媒報導，我哋都要靠自己去報導啦，靠自己嘅大氣電波啦，靠自己嘅 Facebook 啦，靠自己嘅手機短信啊，各樣話俾身邊嘅朋友知道，而家真係危急存亡，唔係就一個電台究竟能唔能夠復播或者去停播嘅問題，因為大家知道點解會幾萬人連續成個禮拜關注一件事，點解啲傳媒輕輕報導或者個報導重點都唔係我哋即係大家講嗰樣嘢嘅咧？咁所以肯定背後係出現咗咩問題啊？嗰、那個問題先至更加令人驚㗎。大小二班，係玉華、張錦鴻。你哋可以上上打個招呼啫，好啊，需要開麥嘅，上上打個招呼，揮揮手都得㗎，係，係，上嚟上嚟上嚟，好，啊，你需要開麥嘅，請上聲，喂，小班大班，陳景輝。陳景輝小班大班，大家好，多謝大家仍然堅持喺呢個公民廣場，由呢個 DBC 事件大家睇出咧，原來咧我哋香港嘅傳媒咧就歸邊啦，主流媒體咧就冷漠對待啦。咁我諗咧，呢、這個時候都係我哋自己，即係公民係要自己咧爭持呢個機會咧，就係向呢個係政府爭取，同埋要自己咧係向呢啲唔同嘅媒體做一個讀者觀眾咧話俾你聽，我哋唔 like 你啊，真係嚇，呢個係我哋咁，係我哋一定要做嘅。同埋今次咧係嗰啲係獨立嘅媒體咧，同埋其他我哋網上自己嗰個咁樣嘅廣播咧，去到海外咧，係令到人更加咧。一目了然，知道呢個咁樣嘅係無良嘅政府咧，嚇、啊、特別係呢個蘇錦良真係無良嘅真係。喺赤化，佢又盲，佢又聾，到今日仍然唔做嘢。以我一個咁樣嘅係都唔，唉，做咗廣播咁多年，大佬冇俾大班呃啦，播下音樂佢又冇違反嗰個廣播牌發牌條件咩？講笑啦！一個持牌公司，你係要按照嗰個唔同嘅節目表，要播好多唔同嘅節目噶嘛。如果我係蘇錦良，立即釘佢牌，係咪啊？錦鴻，即係話最好就執法啦。等於我哋而家，我係非法㗎，你做咩唔嚟拉我啊？點解呢啲你執法就可以拖拖拉拉？等於啲高官嗰啲僭建啊，成，你喺度拖住唔去執法啊？同埋你話啲主流媒體唔報導咩咧？我哋有咁多嘅網上嘅平台喺度，係咪等於就能夠係等於就係大家唔知道咧？梗係唔係啦，係嘛？即其實有人係裝聾扮啞，即係詐瞓，咁好難搞。不過幸好香港嗰班人咧就唔瞓覺嘅，即係有班唔瞓覺的人對於一班係扮瞓覺的人咧，嗱、這、呢個就係嗰個嘅最大分別啦，即係。所以咧，我今次呢啲事件咧都帶領咗香港一個醒覺，即係你唔好諗住即係靠政府嚟到去保衞你嘅言論自由啊！你一定咧，亦都甚至咧唔能夠靠傳統傳媒。一定個民間嘅醒覺，我相信呢啲事件係掀起咗咧新一波嘅香港嘅民間本土文化啊！請問咩叫本土文化？本土文化咧就係以香植根於香港，同香港咗嘅歷史嘅根源，同香港人嘅心態價值嚟睇。算當然係啦，即係有別於內地嘅嗰啲文化啦，文化咧就包含好多嘢嘅。但係上一鋪贏啦，呢啲揾阿牛先識答你嘅啫，我又唔賭錢嘅啫。牛哥，你揾我哋陣間賭魚蝦蟹啊！陣間我哋落嚟嘅時候，你可以再同佢傾偈啊！好多謝曬，多謝啦，唔該曬。咁啊 ，DBC 呢個運動咧真係唔簡單，我哋要令到我哋即係由
反國教帶到落嚟 DBC， 帶到落嚟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我哋要去醒覺香港究竟出現咗咩問題呢？嚇、啊，呢、這個中聯辦究竟要干預香港幾多嘅嘢呢？啊、有幾多嘢係我哋而家唔知道、掌握唔到，連即係媒體都唔播、唔講，但係咧默默地背後有啲人係有啲咩詭計呢？嚇、啊，咩詭計我唔知道。我知道我哋玩緊一個叫滾雪球遊戲，今晚做幾個鐘，得幾十人，一路滾大，一路滾，滾到逼爆政府總部唔走，要去真正嘅落實，令到 DBC 復播同埋開放大聯播。冇錯。好，所以咧再次多謝大家嚇，咁啊有一啲表格喺我哋嘅 booth 嗰邊咧，除咗捐款俾撐呢個 DBC 之外咧，亦都可以填表格嚟做義工㗎嚇，咁啊幫手嚟緊呢幾日咧都係需要，如果人多嘅時候，真係要需要多啲狗刷啦、維持秩序啦，同埋咧係即係去籌款啦，咁亦都歡迎咧你係可以繼續參加嚟緊呢幾晚嘅集會，同埋咧呢個直。即係現場嘅直播嘅，咁啊，即係五點到七點，亞華 TV， 七點到十點民間電台。再次多謝大家，咁啊，今日我哋嘅時間去到呢度啦。咁啊，繼續支持絕食嘅朋友啊！